恭维啊。哦，恭维啊。哎、欸，讲、嗯、话啊。哦，又来宾了。讲话、啊，我知道要讲话啊。讲、嗯、话、啊，我们想说来大舅舅讲话，来者时刻啊、哦！不要不敢讲、哦，这集这集是你的、哦，这集为你而开的。而且我们这集故意没有发大舅妈、這個，对对对对对，哦、这个让你畅所欲言。但大舅妈应该一定会听吧？不会的，不是他事后就没有办法修改了。没有他，对，从头到尾然后知道。从头到尾知道，那我们要讲一些他从头到尾不知道的。对，我要听这个。他知道的讲、oh. 啊，不知道的也要讲、欸。我们这次去那个都是年轻人， oh. 然后那个应该，如果我觉得有一半都在上次那个就出事了。对啊，不会的，那假的，你是造谣、哦，造谣，都是假的，造谣。这一集都是造谣，梦到，梦到，梦到。哦，不代表本台立场，对吗？都是造谣、啊，不代表本台立场啊、哦嗯哦嗯。哦，不关我的事哦，不关我屁事哦，不关我屁事，不关我屁事哦。都不是你讲的、啊。对对对，下音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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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西来红西来帮我们欢迎收听我们今天大家敲完许久一直想要敲完大舅舅上来讲最新战况的这个不代表本台立场，大家好，我是嘎哥啦，我是李贝，我是大头佛，我是大舅舅，耶、yeah! yeah! 大舅舅是继洪嘉玲第二个流量密码，大家狂敲完，而且话题一定是要酒店，没错，绝对是要酒店。哎、欸，我弟什么时候变成这种形象？绝对是大人的话题。对对对，那什么小孩子，我们可是不听的。那所以不能听的，现在要关掉了是吗？不用了，可以啦，可以啦。哦、我们从小就了解到酒店的文化嘛。嗯，对，它也是另外一种次文化，还行啦、啊。什么次文化？以现在更新的速度，他等到他们长大，那个世界又不一样，又不一样，又不一样了。对，因为上次大家聊的是那个爸爸以前的酒店，嗯、对对对，他小时候去的酒店，二三十年前的。那、嗯、我们这次是因为大家刚回来。热热的，修一啦，等一下，修一啦，热腾腾，一回来就想要他马上分享，一定要啦。现在印象最深刻，上个礼拜的今天，我在我还在那个温柔乡，温柔乡，你的那个视觉还有残留，有吗？有吗？现在地狱啊，印象最深刻，回来直接地狱啊，回来直接地狱啊，嗯嗯，来，今天直接分享好了，从哪里开始？来来，我看我稍微有听过，所以我今天让这个大老虎你来发问，非常的精彩。所以你听完了以后，你就是去想说啊，绝对可以一集不行，绝对可以一集。昨天他们在直播，他们硬要讲哦，我就留言说先不要讲，等等等这样，等等，没关系，我们直播三百多个人而已。没有，你那阵你讲了快半小时哦，都在聊酒店，明明就哈哈 baby 新品直播，后面都在聊酒店。哈哈 baby 应该不是走这一段，对啊，哦对，难怪只有剩三百多个人在听，不是哪有，你看人数一直飙，好不好？哦，是这样吗？你怎么会飙到二开头，一直飙到四百多了？除非你们要出酒店系列，没关系，拥抱 XO 也可以，也可以，大人系列也可以，爸爸系列，对对对对，还好，来来来，大老虎你发问，因为我完全没听过嘛，所以我要先发问一下，大九九是什么时候去那个对岸的？诶，上礼拜。上礼拜三，一个礼拜，去四天呢、啊，好爽哦！对啊，为什么这个动机？去洽公出差，出差，我跟你讲。我知道有西家带卷的吗？没有，怎么可能？去就讲好没有要带了。男人去中国出差带什么老婆？不是啊，洽公要有经费的考量嘛。对啊，哎，你懂什么意思？丽姐教的那个机票啊，一个人就好啦，反正去工作嘛，工作而已。洽头啊，你两个人去还要付定比较多饭店。哎，而且现在飞韩国比我们飞大陆比飞韩国还要贵啊！真的假的？真的？飞哪里？你们是去哪里？厦门，厦门啊，厦门啊，不是坐船就可以去了吗？那是小三通啊，因为小三通你要先飞到金门，然后在那边等。如果运气接的准一点的话，是有船可以直接过去啊。如果没有接到，可能你再等一两个小时啊，就有偷渡的来了吗？是吧？我比较懒啊，我就是我不想要在那边等，所以我是坐直飞。哦，就是我直接从那个高雄机场直接飞到厦门，直飞厦门。对，多少钱啊？机票多少钱？哎，来回它
我来回差价也蛮大的、嗯、我去好像8000多块、哦、单趟就要8000哦，这么近耶、欸、厦门而已、啊、这么近耶、欸、对啊，飞东京来回也8000，联航也对、啊、好贵哦、啊、回来我是因为原本那个航空花不到机票，我是搭那个厦门航空、嗯、厦门航空 对、嗯、对，然后好像5000多块6000，也是很贵啊。厦门航空是不是联航？好像是联航，是不是？厦门、哦、是不是？哦，它就是一个一般航空，就小飞机啊。嘿，对啊，所以8000加6000，14000，14000哎、欸，真的抓15000啊。哦、真的贵呢、欸，飞日本、韩国都还比较便宜、啊，韩、欸、国还可能10000出就有。你飞到仙台，很贵呢、欸。对啊，大舅妈就是因为我们同时间出国，然后她去韩国回来，我问她，她说机票10000出，哎、欸，10000多。对，我说哦，我飞大陆比你们还要贵。哎、欸，大舅妈去 YY 吗？就不行嘛。對好，一个去看 YY 秀，然后一个去酒店。那难怪大舅妈这次没有生气、啊。合理啊，那请问小孩在？小孩在阿公阿妈那边呢。你也丢了两个回去、啊。我们去走中奖的时候，你也丢了回去、啊。没有，你知道那时候我们本来走中，我们就计划好走中奖要回去把小朋友寄放在北港，结果他就前几天看动态说哈。大姐就出国，大舅妈也出国，啊，那怎么办？怎么办？一打四怎么办？然后我就说没关系啊，我妈可以啊，真可以，阿妈一打四就要求啊，可以吗？我说可以啊，不然怎么办？我们说哦好、啊，默默还是把她送回去。结果还真的可以了，真的可以、欸，阿妈好强哦，很强哎、欸。就他们四个在他们，因为他们房间是2张双人床地铺。然后四个小朋友就阿妈就把他们丢着来当兵睡觉排一排哦，20分钟，哄睡，四个就哄睡了，好强哦，很强哎、欸，对耶，好羡慕、哦。所以这个代表我们说，下次我们四个要约出国。哎、欸，我觉得你们可以，然后你们拍阿妈哄睡，我们派蔡宗汉去拍阿妈，对对，你就带家人去，你就带家人去，那就6个，你就一次哄睡6个，对，我们就哎拍个企划哈，是企划是企划，一打六阿妈一打六这样，我怕这周破百万了，阿妈一打六的4天，怎么一打六？太猛了，太猛了，4天、哦、所以小朋友就送回去、嗯哦、一个去韩国，一个去厦门，对，韩国不要理他，韩国无所谓。嗯无所谓，无所谓。韩国忘记这件事，韩国上次听完了，对 对, 對，那个猛男现在已经聊完了，所以现在讲的是厦门。对 对, 對，厦门。厦门，你们有就是是要出去玩吗？还是就是要去做一些大人的考察？我是真的是去，因为我去看一个展，然后去看展。什么展？你那边有穿衣服的展，还是没有穿衣服的展？那个佛教文物展。屁呀、啊！屁、啊！佛教文物展吧。真的啦，你西兰教主文物展、啊、佛教文物展去啊，我认识你那么久没看到你在那边佛 教真的，因为他那个佛兰教，他那个佛教文物展就是我们有我们那个做香的啊，好像合理，对，然后有那种做神像的、哦、做木雕、石雕、哦、okay, okay, 相关产业，对、嗯、对，这样也可以、啊、我好像被说服了，胡乱小了、欸、真的，你们去查第18届今年、欸 okay, 马上大家查佛教文物馆，这是早上的部分啦、啊哎、欸，对啊，对啊，对啊，早上展览通常到5点就结束了，对啊，5点之后嘞，5点没有啊，不用到5点啊，2-3点就跑了，拉个布条，耶、yeah, ，我们有来，他去递名片，这样就可以交差了，交差就好了。我们还是稍微聊一下正事，就是你看展的话，那是怎么样？有考察到什么？你要证明一下。去看察对岸的香火文化，有什么好看？哦，就是。跟台湾那种其实展览的类型都差不多、嗯、可是你就看到他们那边的文化风景，像他们那边展览就是有点像哈哈比较摆摊位、嗯、然后大家去参观嘛、嗯、也是一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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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嗯、然后每一摊就是哦，那个在我们这个行业在台湾就是也有展，像这两天也有展，然后我、哦、台湾也有这种展哦，就是一个简单的摊位而已、嗯、然后他们那边是跟那种那个大的展会一样，他会搭那个棚，对，没有装潢哦，有造型，很像快闪，哈哈 baby 快闪，对对对，差不多，已经有木工，然后盖房子了，对对，盖很漂亮，会装潢，然后我们说，哇、哦，我们这个产业在台湾完全不可能，对，啊、在东南亚我们看过也不可能，就是在大陆他们。有那个预算经费去做，所以是很、哦、砸钱、欸、在中国是很赚钱的行业就对了，對、嗯、因为在台湾已经有点夕阳了、嗯、因为点因为小金已经越来越少，老人越来越少、嗯、然后他们那边很蓬勃，对，然后你就比较
大的差别就是他们那边现在也是直播，他们也直播。你说卖香也直播？对 对, 對，抖音直播，每天每天每天直播。难怪他昨天回来一直在那边看那个抖音直播，到底在干嘛？看奶嫂在那边，你都他也不是在看卖香卖金，看那些奶的、啊。你意思说，哎、欸，姐夫，你可以刷火箭，你看哦，这个刷一个火箭是几万块。刷，你看那边看那个抖音，刷一个火箭是多少？是多少？你猜，你说火箭吗？刷一个抖内火箭，你猜多少？火箭，一万块人民币。一万块人民币是多少？五万，四五万块、啊，四五万，搞家鬼。一万块抖币，抖币，一万块抖币，就是你要先换算除除以七。一万块除以 七，就是一比抖币，好像我昨天换算大概一块人民币，对，七个抖币，所以、哦、啊，以一个火箭是一万块抖币，等于说差不多、哦、一万除以七，快两千块人民币，人民币，对啊，所以才一万多块，一千五啊，一千五，再乘以五了，七千多块啊，七千多块，刷一个火箭七千多了，你这样就七千多，然后他们在那边说感谢大哥嘉年华，那个嘉年华，嘉年华，嘉年华，我也想听到嘉年华，嘉年华，每次嘉年华。对, 对、哦，因为嘉年华是不止一根火箭，不止，你要三万块斗币哦，所以刚刚一万块是七千嘛，三万块两万一啊，哇哇，放个嘉年华这样，嘣嘣嘣，感谢大哥嘉年华，然后他就把香插在奶子这里，然后夹起来这样。我其实真的是，我之前好像之前台湾不是什么直播也很流行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有去看了一下，说大家在看什么，然后我发现就是没有，就是你那个画面下面会有很多人留言，会有字，对，所以东西都会被挡住，但只要就是谁谁谁谁谁抖内了什么，然后就会这样动一下。哦、就是他就会移动一下这样，那就离开他的他就会离开那个字的部分，哦，就会出现一下。谢谢哥哥，对，那这样别人也可以看到，就是所以大家是共享，对，共享家庭，共享。我想说那时候想要看的时候无聊，在那边看说哇。而且那个有的真的很那个，一直刷就说哇，你说大手笔这样，对，而且他们会有一个排行榜。榜一大哥，是榜一大哥，抖内干爹，你已经抖到变榜一了。对，他们有竞争嘛，看我不能输哎，我要当榜一，因为榜三丢脸，丢脸，他会竞争。而且他们那个系统，我觉得，就是真的是蛮厉害的，就是他会去定位，然后他会帮你自动的分，比如说你现在在台北，然后你这一区有谁，然后你就可以针对他，所以他们会有那种较量的感觉吗？约的。可以约的，就是有的是那种搭你约什么，就是你讲你讲啊，你直播组那个你直接走榜，他跟榜一大哥约出去，他可以约的，而且他帮你把区域都划分好。对，我刚刚以为区域划分说哦，你说你线上可以直接购物，不是他是要讲可以约，可以约。我觉得大九的是进来的好暴力哦，你直接他是长驱直入哎，可以约，所以你可以线上挑货，对，线上选货没有啊？他就是那个你就会看嘛，就是他会有。就是定位到之后，他就会跑出一个区，比如说哦什么台北区，然后新区，然后他就会说哦哪里，然后他就会看这边里面有谁在直播，然后他们那边很多那种妹，很多那种妹子在直播，他就是很少人看，然后他那个基本什么身材什么，他是直接都打上去，三围是什么？对对对，奶腰臀这样，对，他直接打上去，然后那个你就可以。私下去跟他私聊，然后聊，不用先成为榜一大哥再去聊吗？不用，因为那个没有几个人看，那个都大概一两个人看而已。哦，但是他的系统做得很棒，就是你直接找他，这里是士林北投区，对，你可以先在士林北投区去看有哪些人在直播，因为我就在附近嘛。对，我这边等了你啊，对，我就是要会到士林北投，你还叫我跑到南屯、台中太远，太远就附近的，然后看，哦，这人很少啊，对，腰奶臀都不错，对，私聊，因为我一开始不知道按。我就是啊，你怎么知道？一开始也朋友跟我讲了，有朋友，没有，他朋友，因为我们讲了抖音，我就一直因为台湾就是 TikTok， 对，大家国际版嘛，国际版，就他们那边没有，那个是抖音，就是抖音不同的东西，然后他那个抖音里面就是还有商城什么什么啊，你要以前可能不用，可是像我下载一个，然后我要注册，他不给你注册。
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大陆人。哦，抖音一定要大陆人才可以注册、嗯、你不只说我们是大陆人，你要验证那个大陆本地的那个 IP 电话电话、哦、对，那你需要设那个鲨鱼 VPN 的吧就感谢本集干爹有吗没有、啊、那没有，那没有，那不要，那不要讲，他跟那个 VPN 他就是你要电话简讯验证、哦、然后我在那边弄了一个晚上弄不了，后来、欸你还要弄一个晚上花艺？你想看、啊？你上次来这边说我没体力，干嘛现在又有体力？没有，我就想看到底是怎样。然后他要试过才能跟我分享、啊我。我有一个表弟在大陆，然后我跟他你要直接你要出卖你表弟，我跟他要账号。哦、oh, ，OK OK OK。是、啊、然后现在我那个账号就是他的电话什么都是他的、嗯欸、那你用那个账号登录你只能看到对岸的吗？还是台湾也可以？台湾有，因为我昨天有发现哇，其实台湾很多那个北投区有吗？旗眼有真的有，等一下，对啊，昨天晚上整晚在那边滑滑滑，然后在那边看抖音，你知道吗？可是你整晚在滑北市里北投区，在台湾我昨天滑到了，就是很多那个来不知道是来观光还是嫁过来的哦，也不是、欸、也不是台湾人，不是台湾人，不是台湾人。然后他们说，就是去可能附近的山上，对啊，拍风景。然后嘞，他、哦、说、哦、什么青山绿水，什么有的没的、哦、啊，这么无聊。有穿吗？啊，有穿。那个你不没有，那没有没有，就算没有穿，你也不想看。就是观光的啦，对，观光的、哦，就是来真的来观光的、哦、观光大妈，就跟台湾的内容其实真的不一样啊！哎、啊欸，会不会那是另外一个群众？就是有一挂可能也喜欢观光，嗯、没有，就是他，你就说讲话讲话的方式什么都不一样，一些观光景点处理的吗？没有吧，没有，就是我到擎天岗就喵呀。就你现在周边附近有谁啊？就你定位有谁？擎天岗啊，赶快！青山绿水啊，随便啊随便啊有就好啦，先给他算个价钱嘛。行的，行的，不用仙女棒就好了。我两个仙女棒就赶快来了啦。谁愿意？谁愿意当蹦蹦人？哦，好酷哦！所以他现在变成线上挑会，那我觉得这样直播也不错啊。这样子会被大，可是那个不能太明显呐、啊，嘿，会被封号，哎呦，会被抄啊，封号。没有，他已经是不合法的、啊嗯，对啊，对啊，那所以是台面下去处理，去台面下。应该是说大家都知道，只是他也不是合法交易，嗯、台面上是菜单啦。哦，那、嗯、台面下再来就是住出、嗯。像我们这次去，我们是住在，因为厦门它是。厦门是一个岛、嗯、然后它有岛就是岛内跟岛外嘛、嗯、然后我们是岛内岛内是算比较热闹繁荣对然后我们是住岛内的因为那个是厂商安排的然后高级酒店吗、哎、大饭店、哎大概差不多三，就是比较旧、嗯，可能就是以前的三四星这样，嗯、可是就是也还不错啊、嗯，就很干净什么、嗯、啊，就是你可以知道说他以前也是还不错，嗯，对啊，就只是可能大概十年的饭店这样，所以设备比较可以，没有那么新，但也还可以，对对对对 对, 對、嗯欸。啊，晚上你是一个人睡，两个人睡？我一个人睡啊、哦欸，你们同行几个人去？我们同行。五个，五个，哦，没有六个，六个有一个是朋友的朋友啊、哦，六个人，六个人，六个人同六间房间、啊，一人一间房间，哇，这个真的很高招哎、欸，为什么不是两个人睡一间，这样比较懂、啊、比较厂商懂，这已经是大人的才会这样开房间，因为以前我们在。哦存钱的时候，或者我们很穷，一起出去玩，嗯、我们绝对是四人学生吗？对，四人或四人房、两人房而已、嗯。我们现在去拍片也都还是这样。我们穷啊，我们穷啊！但人家晚上有别的事做，嗯、所以他们都是单人房、哦啊。大人的世界了、欸，一人一间。那、欸、看起来很羡慕哎、欸。你去日本还不是一人一间？不然你他们要跟你一间吗？静玉要跟你一间吗？谁想要？也不会跟你一间，你是因为打呼啊，所以一人一间。哎、哦哦哦欸，我很久以前有去过厦门呢、欸。嗯那时候应该十几年前了，几前啊、十几年前刚、啊、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去，所以你们有去鼓浪屿吗？没有，那观光客去的、啊。对，我印象他们是去洽公，洽公，我们是去潭公寺，潭公寺，所以是那里厦门寺哦，岛内叫什么？就厦门寺啊，厦门寺，厦、哦、门厦门很热闹、欸，嗯，它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中国大。我这辈子可能没有机会去见识、啊，你还是不要去。我爸回不来我这次去我帮你那个敞刊、欸、然后你那个过海关的时候他你要用 B 那个台胞证、哦、因为那个护照你就是坐飞机那一刻
有用而已，逼完之后就后面就再也没用了。你进去的话，哎，大家可是同一国人，他们觉得他们是同一国人，那为什么不让我们注册抖音？对啊。我在跟他讲这个问题，双标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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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好同气死我！我在那边，而且我，我在那边哦，我有两只手机嘛，然后因为我怕不见，因为有一只是那个我们公司的客服，然后那只手机我放在台湾，然后另外一只我想说我就是带那只去就好。我微信什么都绑那只，哦，去到那边啊，要注册抖音，不能在那边中华电信。没有讯号，人家中国移动，好不好？你对啊，我中国移动，那、啊、你至少转一下，没有讯号，完全没有讯号，漫游也不行，漫游也不行，不行说好的同一国，他、啊、不是同一国，没有，不行，中华电信可不觉得、啊、都一家人，你飞机不要去飞嘛，你飞弹拿掉嘛，请你加入中国移动，我气死，我想啊。变成说我要注册什么，我要收那个简讯都不行，我还要打电话回台湾，然后叫那个大舅妈。那哎、欸，大舅妈，我先住，就是我们中间只有一天是同事不在，啊，前面几天他都在。我是，哎、欸，你帮我收个简讯，然后他收简讯完之后再跟你说，对，跟我说验证码。他知道你要干嘛吗？还帮你收簡訊？你跟他说房号203，房号203，十点房号203，验证码，我等一下传给你。验证码，验证码。哎、欸，我觉得现在大九九自己都讲一人一间了、那我们要知道一人一间以后发生什么事？对，是啊，比较好睡。不可能，我跟你说，你如果有包袱，你可以不讲。我想你讲 你朋友，对，你讲你同行朋友。我说实在的，没有，我跟你讲，有没有？待会讲到后面，你就知道说，其实真的没有怎样哦。好，那我们铺陈嘛。那接下来你要跟我们讲的是你们晚上的夜生活哦。晚上我们第一天去，第一天因为大家到的时间，因为我们是少数坐直飞到的哦，比较有钱才会坐直飞，不然就小三通过去了。哎，公司有经费啊。然后那个我其他朋友他们，因为他们是在中部，然后他们是走小三通过去，所以他们到都大概下午傍晚。对，然后晚上我们就去吃饭，然后我们那边吃饭，我们然后第一天嘛，他们说第一天我们吃好一点，我们就去那个厦门的那个码头，有一个叫避风塘。避风塘炒蟹，避风塘炒蟹，就是避风塘炒蟹的避风塘吗？哇，避风塘，然后我们就去吃，然后进去其实很像我们在云林那边，古坑那边有一间那个八斗子。就是那种什么，反正那种海鲜海产店，对，海鲜店进去，然后会有一大片的那种水族箱让你去选，现场捞，现场捞，对。然后我们点了就是一桌这样，六个人，我们吃了6000多块，人民币吗？人民币六千多块，6×30哎，2-3万的话，三万，现在几比几啊？4.5，4.5，你就高估就乘以五啦，哇。对啊，等于一个人吃快5000，一个人吃4500了，应该这样说。哦，够贵的呢，那叫贵。那是在坑杀观光客吗？还是没有啊？就对啊，因为我们去那个不是那种观光客的地方，不是观光客还这么贵，是当地人在吃。我们去那边全部都是当地人，厦门人很有钱呢。哇，而且中国物价也不得了了呢。哎，丢啊，真通膨哎。然后就他们也吃好啊，然后包厢什么就是有服务员，服务员，服务员是没钱。他讲话那个还没搞错，没有。我们在那边，然后那个有奉劝有要去大陆的那个朋友怎么样？你去那边，像我们习惯在台湾看到女生都叫小姐，小姐你去那边不能叫小姐，你会被打。哦，小姐是什么？是酒店叫啥？小姐？对，他们酒店的才叫小姐。哦，你因为我们习惯嘛，因为我们都是台湾人。小姐，小姐，有一个就是他。也是都比较没有去大陆，然后看到那个女服务员，然后小姐小姐，那女服务员不理他，谁跟你小姐？跟你小姐，你叫小姐，你个死弯仔，死弯弯。然后你要就是你要叫服务员，服务员，服务员。然后他就探头，因为我们去，然后我们坐那个包厢，包厢里面还有洗手间，是，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泡茶的。哦，吃完饭还可以后面泡个茶休息，而且是洗手间，就是有一个那个泡茶桌，然后服务员会在那边泡，帮你泡茶。那很高级，是高级会所哎。没有，就他们那边很其实蛮一般的。哇，对，包厢，他们那边包厢就是下面有那种公厅，就是大家
就是你去大家一起吃的啦，一桌一桌公厅，然后我们跟他说我们要包厢、嗯，包厢就在二楼三楼、嗯，然后二楼三楼每一间都是这样、嗯、啊，每一间包厢里面都有厕所啊，那有泡茶区啊，后面有一个小茶桌这样，服务员帮你泡茶这样，旁边泡茶，那我们可以给服务员一支火箭吗？他去吃饭、嗯，他还没进到酒店，嗯、他刚才还在吃饭，还在吃饭而已，单纯吃饭、啊，吃饱喝足。你想想看，因为你说很像云林的什么八斗子嘛，哎、嗯欸，你去八斗子这样吃一个人四五千，干不就贵？四五千很顶了，顶在八斗子。好像也要差不多了，要吗？真的？如果你要吃到那个海产已经很顶很顶，因为像我们有开一只松叶蟹啊、哦，然后像那个我们厂商出钱吗？对啊，哎、哦欸，我这一次去，我除了机票，然后在那边坐计程车，他们说打的、嗯，打滴滴，打滴滴，滴滴滴滴打的、嗯，然后一些小吃饭叫外卖什么的，我没有花到一毛钱，全部都厂商招待、喔、哦。完了，我想要听听这厂商怎么招待的。嗯，应该要去一下吧，蔡荣汉想去哦、喔。为什么我们都没有这种厂商？你们、啊、我们就打不进去中国市场呗，打中国市场。但为什么？但为什么厂商要招待你们去看展？对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产业，我们算是做的还领头羊、在台湾做的不错。台湾算还不错，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想说要去看，然后他们就说好，那他们安排是谁啊？啊，是谁？那个你不认识哦？哦想挖想挖，想联名啊？我想大概知道是谁，就是我想知道帮他解释说为什么会招待做原料的、啊、哦，原料的原料商嘛，原料商，因为那个他是。我跟我爸爸嘛，然后那个他们就是跟我们去的那个是夹在我跟我爸爸中间，大概40岁、嗯，所以他们以前他那天问哦，以前他跟我爸出门的时候，就是他在当司机哦，现在变成他在带你，他长大了，对对对对，他长大来招待你们，就他们也是二代啊，然后我们也是二代、嗯，可是因为就是他爸比我爸。可能大个十几岁，他爸已经70上下，啊、哦、都退了，然后交给你们下一代，他交给下一代，然后下一代就是以前他们刚回家，大概跟我们现在差不多的时候，就是找这些大哥哥啦，他们就是哥啦，手帕下哥，然后他说以前他跟我爸说，因为我们这个其实传产嘛，那个礼貌什么也是有，然后以前他要叫我爸姐啊，姐啊，然后他说我。只要我爸带他就是去喝酒，你别给我酒啊，给我大哥。我已经可以想象阿公的脸了，我也觉得喝醉的时候叫大哥，他完全可以想象那个样子，对对对，大哥在那边卖这个酒啊，出来那有他还跟我讲说，就是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哎、欸，那个什么歌什么歌嘛，他说那出来，那不在混大事，在恁爸老家。要传承、啊，为什么这么好笑？传承要传承啊！哎、欸，想不到你爸爸这是那个他的宣传已经到对岸去了。他20年前就帮我铺好路，就铺好路了啦，连小弟都帮我带好了。那我非常想知道这个对岸，哎、欸，所以这个厂商是在对岸？没有这个厂，他们在大陆也有公司，然后在两、岸都有。对，嘿，然后他带你去见识什么世面？吃完饭之后随便的啦，台湾什么什么餐厅吃完。后来隔天什么、哦、当天晚上没有了，当天就结束了，因为说实在的当天真的你要我喝，因为我们在那个吃饭的时候有小也是有喝一些啤酒小酌小酌、欸、你真的只能小喝，因为我记得你整三瓶是不是、欸、没有三瓶 whisky 哦没有没有，他酒量很差，有进步有进步，有进步，还有什么三瓶都不行吗？没，他酒量很差有进步了，有进步了，有进步了。然后那天就是小啊，大家也真的很累，因为我们那天是早上、坐飞机去的，对，我们7点的飞机，所以我们那天因为我是去我们在高雄嘛，啊，我是去屏东的，就是我们那个朋友、一起去的那个朋友，然后他们在屏东，我是前一天晚上开车去停在他家、然后我们早上4点就起来去高雄大坐车去机场、所以也很累啊，所以第一天晚上大家都很累，草草了事啦，就回家睡觉。那第一天晚上一定有跟小舅妈视讯吧？干嘛跟小舅妈视讯？我没有，你不要爆料，我没有，怎么了？爆料，直接爆料。如果你为什么要对小舅子宣布？你们李家玩这么大，对不对？反正都是舅妈嘛。大舅舅差点被拐到，哇！大舅舅差点，我一听想说，嘿嘿，
先不退，你为什么要跟小舅妈私下？难怪大舅妈叫你交功课都不要，因为早就交完了。那我功课不是交给小舅妈了？那你去跟小舅舅要功课啊？等一下变成新闻头条，抱歉抱歉，没有。我是说第一天晚上有时间跟大舅妈私下，有有有有啦，就走去四天只试训那天吧？没有啊，每天每天每天第二天呢？第二天早上要看展，第二天就看展怎么吗？啊，看展那段跳过了，没有。欸、看展也很好玩，怎样？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其实有很多二代，然后这一次都已经交接了，就对了。对，然后这一次因为疫情，就是可能前几年疫情，所以大家也都没有啊。这次算就是解封之后正式第一次、哦、第一次正式见面，我们去本来是网友吗？我们是都分开去，就是各自有各自的招待厂商。招待对，然后我们去到那个展会之后，发现欸大家都在。就是平常台湾在做生意的那些，对，然后原来大家都来了，而且都年轻一辈的，老一辈的，像我爸爸他们那一辈的，全部都没有人去了，都退了，对，那你们就开始使眼色了吧？今天晚上就有那个几个就说啊，不然。就是我们中间都会有一些共同的厂商，然后就说啊，不然晚上大家在你们这些二代，就大家找一起吃个饭这样。然后后来就我不行，我那一团太大团，那个没有餐厅，那个那一天如果出事，那一天如果出事的话，隔天啊不要隔这礼拜，应该台湾的那个金香铺什么。全部断货，都会断货，是出什么事？他说那间餐厅有事，这样吗？出什么事？是出什么经济？全部经济人亡。如果被他们公安什么抓去的话，我那个那个就等一下，等一下，不是吃个饭，吃个饭会有发生什么事？你们是吃什么东西？海鲜大餐哦，绝对吃。你休息，他们第一天也是吃海鲜大餐。对啊，到底会出什么事？会被公安抓？那个就吃，然后后来分开行动。然后后来大家讲好就，然后我就越想越不对，因为那个有一些商业上面的考量。然后后来我就说，哦啊，就是他们有当地厦门人，就知道说，哦，我们这一团就是台湾的啊，里面有谁谁谁，就是现在我们台湾这个行业比较指标都有在。然后就说要招待我们去马巷。马巷来来来，属于马巷什么？哪一个马？一个地区啊，就是它是在岛外。哦，就是厦门的一个，可比方说，是外岛、北投这种概念。对对对对厦门马巷，是不是什么岛啊？我们北投台北市好不好？讲的跟我们北投很郊区。我的意思说，这个地名马巷就是像区块马巷，厦门的马巷。以前我爸爸他们去是都是去马巷，去马巷就知道生意好不好？马巷是林森北的意思吗？没有啊，就是一个地，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哦。没有，我是马巷变身体啦，就是一个地方，因为每个地方都有了。然后那就他们说，因为他们那个厂商可能就是在马巷那边比较活跃，然后他们就去，然后马巷比较便宜啊。说实在，马巷进去他会立刻说什么懂吗？李董，然后夹子，李董，他们不是懂。他们叫什么？李总啊，总是对，李总啦，李总，李总啦，蔡总，对对，李总，你叫做老总，老总，对，老总，他们都是总，他们不会说董哦。李总来来，李总，李总，对。然后后来我们就到晚上嘛，然后我就觉得说，哦，这一团不行，风险太大。你们到底要干嘛？分开行动。对，然后后来我们这边的就觉得说，嗯啊，他们要。带去那个马巷那边，就是离开我们岛内原本的生活，原本那边啊，对对对对，然后我也懒啊，然后后来我就跟他们说啊，那不然你们去，我就不去。然后因为我们同行的这边，就也觉得。那边就是有点频率不太对啦，哦，可能那边有点过嗨，会不会就是有点过嗨？不是啊，就是他们那边接触的人什么的也有点复杂，对。然后后来我们就没有出去，然后我们就说我们就在那个岛内，就是厦门市里面找那个找什么找餐厅找什么没有我们先吃饭先吃饭吃完之后说去唱 K 啊唱 K KTV 对正常的 KTV 还是酒店里面没有啦酒店啊谁叫你去好乐迪啊你个男生说来找我们酒店的酒店里面唱 K 啊没有我们都讲在那边都讲唱 K 但是就是酒店就是酒店啊然后找地方去这样啊你去那间叫什么店名来一下店名你的支付宝里面有东方威尼斯，听起来就是厦门市东方威尼斯，对，是礼服店吗？哦，没有，我看到照片，不是，是没有穿衣服的店，不是，不是啊，有穿啊，现在不行，现在那边不行，哦，便服店管很严，那便服店是有曲线的便服还是有洞洞的便服？这么细哦，我想知道吗？都有，一般啊，都有啊。
环肥燕的时候，我们听众朋友大这边有点迷惑啊，什么便服店、制服店，要不要在大九九再解释一下？哦，再帮大家复习一下，对对对，复习一下这个 label 是差在哪里？应该是说服装的不同，服装很不同啦，服装的不同，对，礼服最高的是什么？应该最顶的。哎，我记得最顶好像礼服吗？礼服店吧。现在也不知道，现在其实真的对，现在已经打乱，没有分那么清楚，没有分那么清楚。我小时候是说，因为便服店要自律，这个要问阿公那个，对对，要问阿公，对他们那个时候比较全盛。现在说实在，在台湾那么叫传播，谁在跟你？哦，台湾算是大九九也是有涉猎，涉猎涉猎。朋友说的，朋友说。但说真的，小时候啦，就是我跟我爸他们去有看过，哎，很酷，在那个 KTV， 台湾真的是 KTV 唱歌。然后就看到一群女生全部穿高跟鞋，然后短裙这样，礼服的小礼服的小礼服，然后站在那个门口，然后就扣扣扣进去，然后选啊，你要哪个留下来？我要一二三，然后其他滚这样，很酷哎。小时候看过，我们就站在门口啊，就看到他们那样来来去去这样，一直要带你们小时候去。你也去过，在门口等，就我们在玩啦，小朋友在门口玩啊，就看到他们这样进进出出，啊，可能五个进去剩四个出来，这样就是啊，这个要提早社会化。我打算再过五年，我要带蔡老贵去。不是你儿子，他爸比较想去。我去不要，我去要上新闻麻烦。我要带蔡老贵、蔡峰能去，没关系，你可以带我去。我带他们去吃西瓜。我要带蔡中焕去，但他说我们是拍企划就 OK 了，可以，对，就要对决，就是要对决一下，对对对，就是便服店还是要对决。所以以前应该是全盛，所以他们可以养小姐在驻场，在里面。以前我们就是去啊，就是会听到一些传说嘛，就是我爸爸他们那个时代的传说，就是以前他们那个就是 KTV 啊，就是那个酒店，小姐都一两千个。一两千个，就给你挑啦，一定有的。什么后宫？然后我们那天去啊，我们那天去，我们问那个小姐，然后你们这边小姐多少？然后大概差不多100多个。哦，那很多啊。但是其实已经降了到十分之一。不多，以前是100多，他一次进来8个，你打枪打10轮就没有了。没了，对啊。你以前可以打100轮呢，对啊。哦，对呢，对啊。那你可以一直在那打枪打枪都不行啊，可能你就被打。哎，人家后面还是有后台的。注意啊，各位消费者，虽然你们消费者，对，不要跟他一样哦，不要惹人家，只是想要去享受那个打车。在台湾，我们去那边，我们说哦，在台湾不行，我们就等下在那边，我们超乖，不敢那边，差不多了，差不多就可以。人生地不熟的，他们那边就是你怎样？比如说我们那边就是上个月我们在那边有听到一个，就是上个月有人在那边喝酒闹事，然后就是。两个打架这样，敲一拳，就是那个台湾人动手这样敲对方，敲对方一拳，对方是谁？被不知道，就好像当地人，当地人对，然后被关了3个月，哦，马上抓进去关啦，就没有什么原因，就在台湾这种事情，就可能顶多先罚钱啊，他们关了3个月，然后罚了。好像2000多那个人民币对，就是反正他一定要关你就对了，他就先关，对，先关。他们那边做什么事情不管就先关，3个月的话蛮多，因为这是很小的事情，对对对对啊，还要罚钱，还罚钱呢，对啊，直接就抓走。那那边真的乖一点，对啊，都很乖，毕恭毕敬。我们去那边都是是是是是是，您说的是，您说的是，然后手要放在膝盖上，然后腰杆住的超挺，然后小姐要摸你，还说没关系，不用，没事，去干嘛？保持点安全距离好了，我们喝苹果西打呗。所以东方威尼斯，然后呢进去以后，它是金碧辉煌，这样啪，还是说进去之后就。一般就是差不多，就是台湾金钱豹那种装潢，哦，比较老，比较老派的 ，Google 的大 Google 的，哦，是比较老派的那种，对 ，Google 大家自己 Google， 金钱豹就是比较老的，老的，可能很久以前它是没有，它那个蛮新的哦，但是它装潢还是比较老气的那种。就金碧辉煌的宫廷风，宫廷风类似，宫廷风。好，我比较想知道小姐素质怎么样。认真来讲，算跟台湾的这样比，算不错
哎呦，就我们、啊、我们去那天在那边这样的包厢里面差不多十个人，哎、欸，才一百多个，你们就十分之一带你们包厢，对，所以一百多个不多，一间包厢就十个，差不多一轮半。嘿，就全部都挑完了。他们是大箱哦、喔，挑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挑完？就是排开、啊。你进来嘛，他会先叫可能十个小姐进来，然后就说他们一进来，然后那个妈咪就会说来跟老板问好，然后他们就会李总，没有，他们会说老板啊，老板，老板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然后他们就会说你自我介绍一下。啊，所以他就会说我就说我是什么什么，我是哪里人，我是什么，还有是哪里人哦，我是今年十八岁。那他们厦门是讲台语吧，我记得。没有没有没有。讲你是北京话。普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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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一般正常来讲在那边上班的小姐，我们遇到的啊就那几个是不会，他们都是外地。哦、外地来的，对啊，因为应该不太可能本地人在那边上班、啊哦，对，可能会遇到朋友，我懂，我懂。那他们的化名都是什么？英文吗？还是会讲什么？辛迪啊，我是倩倩，还是辛迪的话？类似，对，英文的、英文不会。哦，都倩倩，我是倩倩。那你随便讲一个名字，你有听到的，你有印象的，你点的谁？我说实在，因为我点那个，我叫他叫什么名字，我真的不知道。那你只关注他哪里？脸、奶、腿。就可以说吗？就看得比较顺眼啊！大舅妈没来，你不要这么没有真的啦，因为我真的很怕出事。我们要进去的时候，然后才有人就是在那边讲说，哦，就是谁才被关而已。抓去，然后怎样？他在门口唬你们，让你们进去，每个人都超乖。然后我们就哇，这个要小心一点，要小心的。好了，第一轮来了，然后我因为我在那边，然后我们算。就是我们那一局里面啊，就是大家比较看重我们啊，然后大家说，哎，那个就叫我先挑，哎，李总，所以我是第一个挑，李总，李总是挑，我是第一个挑的，第一选秀，第一轮，第一轮，前面有十个，你是这样，我那个是状元，所以是十个吗？一轮先十个来的，几个我没有认真看的，反正就差不多十个，就是那一整排，我就挑一个嘛，然后后来换，你只能挑一个吗？还是你可以挑五个？我只能挑一个，啊，你如果经济条件允许，你也可以挑两个、挑三个都没问题。哦，你要自己付钱哦，啊，就是要自己付钱哦。要付钱啊，不然白嫖。我的意思说，不是厂商，没有厂商招待，没有厂商，厂商招待通常是钟点费的部分。厂商没有人在招待小姐的费啊，还有这个分哦，还可以分，所以他发票会开两张给你。你没有听过俗语吗？掐当掐塞，不得掐几歪，不得掐几歪啦。可以再讲一次啊。掐当掐塞，不让你掐几歪。给你出的，对，该给出的。所以厂商是付包厢费，包厢酒钱。台我们想要台面上的钱，我们想要豆饼啊，是豆饼啊，豆饼啊，对，其实在台湾都有啦，就是哦豆给豆饼我处理啊，就是今天那个等于去跟店里结账的钱，对，去跟店里结账的钱是啊，小钱那小姐钱是你另外自己给她给小姐小费啊什么的自己处理。小姐其实她的钟点费是算在那个台面里面台面上了，对哦啊，可是那个钟点费很少啦，基本上所以她一定你要给她小费就丢对。哦，啊，基本上在台湾也是这样，就是你做到一节一个，就是一节结束，嘿，就是他要转什么，就是一节是几分钟？四十五分钟，跟上课一样，好像五十分哦，五十分哦，一节五十分哦，那很久呢。哦，我好像半个小时还多久？因为那个时间后来已经没有了，搞不好做五分钟，没有时间观念。他是妈妈伞会进来叫吗？没有，他们那个微信会有群组。然后他们会有编号啊，因为我在那边看啊，因为我就我们在喝酒哦，我就看他我旁边那个小姐一直在那个滑手机，然后我就看一直在滑手机，这么不专心，就是他会滑手机，然后里面就会有一个群组，然后我看那个群组里面就是差不多一百多个人这样，都小姐，然后他们都是用什么代号，比如说什么五九走什么什么哦什么什么怎样，我看不懂哦，哪一桌走了，哪一桌转哦，哪一桌来的，你收小费之后，你他就会有一个编号，比如说哦什么什么什么一路这样。哦，小费收到就对了。哦，顺便要告知，可能上面管理的说，哎，这周的情况怎么样？对，哇，哎，不是啊，就是他来，就是你花钱，他来陪你啊，他在那边滑手机，
因为这样不对吧，应该是跟你玩游戏机吧？没有，因为我是不玩游戏那一类的，因为你进去玩游戏，其实你真的醉很快。因为他、嗯、你没有比那个小姐会喝啊，也是、啊、大哥，你不用玩游戏、嗯，你喝一瓶也很快。哎、欸，没有，我那天喝到五点哦、喔，五、嗯、点是没，因为他的小姐都在滑手机，喝为大力是慢慢来，慢慢来，我们先慢慢，我们小姐先挑完，挑完，挑完，然后大家都挑嘛，啊你挑啊，就是可能妈咪就看有哪几个大家都是那个，嗯、然后他挑走，他就在补。哦，然后后面外面都会，他会拿一个对讲机说：“哎、欸，再来三个这样啊。”不用、欸，就会有人去叫。哦、啊，也有对讲机啊、欸、啊，可是他们那个都已经在门口 stand by 好，嗯、就是了解，就随时都不见了这样。嗯、那叫嘛意思什么？至少一人旁边左右坐一个，按照辈分叫。比方说、嗯、哦，那个李总先叫完，然后呢、嗯、我叫，对对对，李北总。一般正常来讲就是。像我们那天去就是有大更大的老板、hey. 然后更大的那个老板就是我们就是哦我们做晚辈的就是、嗯、你请然后因为他就是他那个老板就是要跟我们认识一下这样，对对对，然后他就说、来你先、oh, 他把这个我知道来了，把这个选秀权交给你、hey. 对对对，先给你，先给你啊，我选完换他两个儿子哦、他那个，因为他那个老板就是他那个也，他就比我爸还大，要退休了。我爸对，然后他交、要交代他啊，他呢主要是带他儿子来跟我们认识一下，然后我们选完就换他儿子，然后他儿子选完就换其他人这样，然后就差不多就是我看好像那个小姐要补个半轮，就差不多20个以内就全部处理完。那你们挑很快啊，你选素质真的还算可以，还不错。你选了以后，他有说哎、这一号这一号委外哦、小子眼光好。没有，我选完之后，然后那个就有那个就有人说干。我也想选那个朋友這樣来说，我的同事也可以进你。然后我就哦、啊，不然跟你换，这还可以换的。对，然后而且我们算姿色还不错。然后你那个小没有，真的你说靠没？你说你自己是吗？他自己，他自己。哎、欸，我们在那一团里面也算小鲜肉、啊。然后就是那个小姐开心的、啊，那个小姐进来，你就可以很明显的，他眼神一直对你的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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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选我。他一直在那边敲奶说选我，选我，他的只差没有这样就有三四个，然后他会一直看着你，然后在那边拨头，然后还跟你眨眼，这样知道吗？然后你没有，就是你可以选到。比如说你没有选到他之后，他会啊，他就会有一点，就是那个失望，他们也很会演的，他们都专业的，他们都演的，真的。可是你就、因为他那个年纪差，我们那我不知道是现在水准还是就是这样还是这样，就是他们那个年纪差都有，小姐的年纪有差距啊、哦，有差距哦，真的、哦、对，有断层，对，应该是有断层。啊，会不会年纪比较好，技术比较好？比方说划拳的技术啊，欸、真的是技术，年纪比较大，真的是场面应对比较好，老练。哎呀，因为像我们这次同行去，也有那种四五十岁的啊，甚至五十岁的、嗯，然后那个就是你。因为像我们挑的，我挑的那个是90，你挑年轻的哈，九零后的，90后的，对，90后的，那这样哦，30几的呢。没有啦，1990，现在2023。我93的才30啊，这二十几岁，20出头的，对啊，就是到九的末班呐、啊，还没到00后啦，对，哎、也有00后的哦，因为像我那个，等一下我在照片再给你看，好，那个有就在那边也有那种00后的，就是。刚成年的那种，大学没有没有，就是、跟那个小九九差不多大哦，毕业了，大学毕业成年、欸，对，就是20出头岁这样、嗯、也有，嗯，对啊，你就可以知道哦，就是那个比较年轻一点的，他们就对你期望值会比较高哦，希望你选他这样，他不想服务欧力上就对，啊，那个比较老人就知道说啊，反正他也知道，就是你不会选他，对、哦，其实他们那个都。看人都比我们厉害啊！那当然，他每天要这样被选好几轮呢、欸。对啊，对啊，对啊。然后就大家挑。讲到这个，他我弟跟我分享，他给我看了一个女生的照片，然后跟我说、那个人说他91，
九月在1991恋曲是恋曲1991就是二十几岁，他看起来40几岁，我怎么讲是？哎，出门在外，出门在外呀，对不对？大头佛多头啊，60公斤而已。我说我是大学生女大生。OK， 我刚刚说你骗我，这91。哎，所以这也不准呐。酒店小姐可拍照没有？不行啊。那你给我等下拍照。没有啊，就他们有时候我自拍不小心拍到不行，对，有时候那边就玩手机就这样，赶快按一下。现在哦，现在 iPhone 对焦快，对啊，那就这样坐对面，逼稍微拍一下。你不可能在拍一排的时候，你拿起来拍会被打，会被打，会出事。我们可不可以合影一张这样不行？哎，有可以吗？我们还那边还真的有人跟人家合影哦，所以合影 OK， 他 OK 就 OK 嘛，他 OK 就 OK 啊。哦，没有那个，等一下再细节我再跟你们讲，因为为什么他们 OK。对，然后后来选完之后就各自坐下来，各自坐下来，然后就开始干嘛？吃水果，吃西瓜？没有啊，喝酒啦，这是现在喝酒了啦，喝酒啦，以前吃西瓜啊。然后喝那个就一开始喝什么白酒？没有喝，他会问你要喝白酒还是喝那个洋酒？洋酒，嘿。然后因为我们在台湾喝 whisky， 喝酒就喝 whisky， 然后他那个也不知道喝什么，就是他们那种大陆的 whisky 酿酒，嘿。然后就是中文字的，然后我也不知道什么酒。中文的 whisky 啊，说实在的，真的很恐怖，喝不醉，喝不醉，喝不醉。他红茶是故意的吧？他会不会是故意的？他有酒的味道吗？有，他放一些酒糟进去。喝不醉，喝不醉，就一直消费啊。对啊，所以他根本没有放酒精，你就一直开。没有，我真的没有在好小喝不醉。我那个，因为他们那边是他会先倒在一盘那个 shot 杯，就是很大的 shot 杯，可能5×6这样，30杯或几杯。我实际上我没有算，反正就一个 shot 杯一盘这样。我应该喝了有3盘。就是来了，他那个 shot 杯是不是那种台湾那种大 shot？ 小 shot 杯，然后到我大概喝了有3盘。真的没有醉。你姐姐对他的认识，你觉得他有可能这样喝3盘？不可能啊，他喝一盘可能差不多。大概几下的？大概在台湾大概几下的 whisky 差不多。在台湾啊，如果说状况好，状况好，我大概可以喝快半支的那个1公升的，我大概可以喝快半支，大概500cc 啊，对，快半支，可是不能一下子喝，我就是要边聊边喝，慢慢喝，真的可以啊，慢慢一喝一整个晚上，我下次会跟一麦喝拦一下，这我真的可以喝啊，状况不好就可能喝2-3杯这样，通常是状况不好。通常是状况，通常是状况。他要讲的就是，他如果状况好，可以玩头玩疯了。啊，但我状况不好，第一局就有乱头。对，没有那个气氛不对哦，真的。Q麦，大家可以去看我们那个环岛那支的庆功宴。然后影片一开始，大家都有看到大九九在那边喝，哦，我帮你挡姐夫，帮你挡姐姐，帮你挡。对，然后后面。大九就不见了，因为躲在车子里面睡着。我怎么后来没有拍到大九九，已经不见了？又看到舅妈一直在那边滑手机，滑手机，我想说他怎么一直在那边滑手机？他说里面啊。那告诉你什么？大九九就觉得那天气氛不对嘛，你们那几个都没有什么让他可以继续喝的，不到10下就大概去睡觉。没有，那个场合其实因为平常大家开心嘛，那不行我们就会睡。啊，那个场合，说实在，我们代表我们公司也真的不是丢脸，台湾之光撑住了，要撑住。因为我说实在，我们这种商业局都定期都会有，然后我们有时候在那个哦，像我们有时候在高雄有那种餐会啊，我们去就是喝也是硬喝，然后喝完之后，因为我弟他们，因为我如果去，我都会带我弟他们去开车，带小九九他们去开车，小九九不止一次，就是我在那边喝，真的喝很多，然后喝到就是我撑完站在门口，他就把车开过来，一上车我就窗户打开挂在窗外面，然后一路从高雄吐回去到云林，一路。就是、没事，你撑住了，你没有在别人面前吐。对，就是我觉得我那个阿公也是，我真的从就是这种阿公从小到大让我这样伤，就是陪他去谆谆教诲。以前是你开车，以前是我开车，在后面我真的现在换小九九开车，他挂在后面。我真的眼睁睁，我有看过，我是阿公，就是一样那种商业局。我眼睁睁看着他喝掉那个。
一瓶 whisky 哇，自己、但我爸也是酒量不好的，真的，他也是酒量不好的，易醉体质。然后他可以跟你就是撑到最后，然后结束送客，然后他后面怎样他不知道。对，他如果坐后座，然后挂在外面，然后吐，然后车在进行。然后轮胎就在尬起来，不是是吗？就是后面的那后面那台吧，你是往外吐。我载过我朋友是这样，就是那时候有一次我朋友失恋，然后叫我陪他去唱歌，然后在台中，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就载着他，然后喝醉，然后就真的挂，真的挂在后面。然后过后我一转弯，我看我的后照镜上有那个，就是排泄，就是飞喷飞喷，就是他这样子有那个那个旋转，然后就这样飞出去这样。我从后照镜上整个看到，吓死！这时候后车厢可不能开那个门哦，直接飞进来。还好你那时候不红啊！我真的对对对，现在真的是会绝对低咖爆料啊！没有，我觉得是那个时候大家没有习惯就是拍，不然如果有人这样，我一定录下，超可怕、欸！没有，那个时候你们还在用那个 Sony 啊，对，还不能拍照，好可怕！好了，选小姐这一趴应该差不多，选完了，入座。一开始大家比较含蓄，所以就大家喝酒啊，跟小姐小聊一下聊啊，哪里来的啊？又是普通话，所以可以聊。对，哪里来的啊？那聊对啊，很尴尬哎、欸，就是聊就真的很尴尬，来做什么的？然后他们说、啊、哥哥我敬你啊，什麼什麼哥哥、欸、哥哥，对，就大概类似这样。他敬你就要给他小费了？没有啦。哎、欸，他刚跟我讲说那个小费真的不能随便发哎、欸，为什么？你等下听他几斤了，发小费就喝。然后喝到啊，那个时候因为刚开始啊，就会有一些商业互捧，就说这个是谁、啊，二代，那你爸要去唱片啊，就聊啊，然后小姐姐哇，好棒，哥哥好棒，哥哥声音给我真大，你哥哥好棒，以后要请您多多关照，常来啊。你好会、欸，那种的，对，你有去过？那个时候前半段，前半段就是你喝啊，小姐会就是你跟你跟同行商业敬酒什么的，然后小姐就在旁边帮你倒酒啊，酒啊然后热毛巾这样点烟啊，对啊，马上啊倒水，他们倒水，对，热水、哦、熱水，就是他会帮你服务到家、就是、台湾有时候会倒茶，然后他们那边会倒那个热水，其实台湾也有啦，只是比较少会这样喝，然后他们就是一杯洋酒一杯热水这样就给你搭配啊，对啊，你喝醉的时候你就可以喝一口，然后吐进去那个水里面。他就帮你收掉，这个不要一开始用、啊、后面大家就是也有点看不太清楚的這樣子，那就没意思啊，来就在捅，对啊，有要怎么闪的再问我，我也很会闪、毛巾擦嘴巴、对，你怎么会一直给毛巾呢、啊？我心摸你，我以为要去清洁，不行，那是一个沙发，那个你不能往后倒，那个要付清洁费，你不能往后倒。对，然后就这样就大概会持续个可能两个小时，那么久，太久了吧？我的腰开始有点痛了，吹捧太久了。没有，因为就是有时候还会聊一些比如说往没有大部分就是因为像我们年轻一辈就会聊你现在家里怎样啊怎样啊，接班怎样怎样啊，就聊，所以这个。前面这一趴就差不多两个小时、哦、我觉得我们都不能去、我们八点就进去了喝到五点耶、九小时都要睡着了，超久了，八点到十点这一段我就不管了，这两个小时一定太无聊然后十点之后就开始有人唱歌，开始还有两个小时后才可以唱歌哦，因为前面在聊正事啊，在聊天 聊正事啊，商业行为，天哪好累哦，加赖啊，回台湾我们怎样联络啊，怎样啊，反正就是这样，两个小时正式聊完了，所以小姐在旁边服务而已，他们没有任何娱乐的功能，没有啊，就有的啦，他们会看颜色，对不对？他们会看，他们也懂、啊。就是你如果在讲事情，他们在旁边就会坐着，然后点头这样，然后帮你倒酒，点头附和，然后帮你倒酒啊。比如说你有抽烟，你就烟拿起来，然后赖打就撑过来。所以啊，各位想当小姐的，要知道要学会跨把鞋，真的跨把鞋，对不对？随时准备这样。你不是说你证或什么就可以去当小姐，不是吧？对，人家是去谈生意的。你如果真的很漂亮的话，这些都不是重点。也是。烟酒不好也没关系，无所谓，这个叫做职业道德。对对对对，就像我们那天到后面，我等一下跟你讲，就是有一个小姐，我们发小费的时候，我们就跟她说你要有职业道德，直接这样跟她讲。对，她这个等一下我跟你说为什么。哦，然后就现在十点之后就开始唱歌啊。
就小姐说啊，不好，我们玩骰子、吹牛什么的，就其实跟台湾玩的都差不多，差不多。然后就玩啊喝啊，然后啊就到几点？几点这一趴？这一趴我大概从就差不多这样到十二点。又在两个小时玩游戏，玩游戏，中间小姐就会突然间出去，然后又回来，出去又回来。转台吗？是转台。就我那一个啦，就出去又回来，然后一出去一下子，我不知道他出去上厕所还是干嘛，我没管他。出去滑手机，然后就出去又回来，然后回来之后，到十二点这一趴要开始讲。我旁边那个小姐就不知道干嘛，然后弄手机看一看，她说：“她说那哥哥我就坐在这里吗？还是我去转台去转台一下？”然后我就说：“那你去啊，你忙你的。”然后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因为在这之前，我问她说：“就是她都会试探性的问你啊什么啊怎样怎样。”我说：“啊，你们就是。”你要去你就去吧，就框到底啦。对啊，就框到底啊。你们就这样做到底要多少钱？嘿，我们是1800，1800做到底，1800大概差不多7-8千，1万块，差不多快1万块。哇，做到底就是你几点离开，他就陪你到最后，对不对？对，差不多。你如果12点离开，他赚到。然后跟你说他下班了，可是他实际上他还会再去做别通啊。了解啊，或者是你就可以把他带出去也 OK 啦。OK， 啊，是1800是含带出去？没有，1800没有，1800就做到就在这个包厢内。对，就是像我们喝到5点，他就做到5点。哦，对，哎，这样时薪很低呢，真的。哎，不会，蛮高的，一个晚上10000块，8点做到。没有，那个是我们，那个只是夸张的钱，我们真的算比较那个。因为正常来讲，他们不会做那么久，我们。是最后一组走，谁在那边坐九小时啊？我们是最后一组走，你已经准备谈了，对啊，因为有人说12点走，那这 CP 值很高了啊。我们去的时候，小姐还在化妆，最早来最晚走，有些台湾的这些弯弯的客家人是。然后呢，他说他要转台，他说转台，我说你去啊，然后就去了，然后说那这样你还要付他那1800的费用？没有啊，没有啊，没有框，没有框，可是。在这之前，我小费还没发，然后我就好，你就去啊，我没差，所以你才说小费不能乱给，对然后我就没有发，然后后来就我看其他人呢都坐着没有动，我想说，我干大家实力那么好，实力那么好，钱啊，要花钱啊，对啊，因为坐下来就是框起来啦。然后后来没有，后来我后来隔天才知道说，原来是我叫的那个刚好是。算比较热门，红牌，所以他有人点，就是有之前的客人点还是怎样，所以他去转台。其他的就是那天晚上也没事，所以他们就做到底，所以也没有，所以也没有事情。然后那个不框的话要花多少钱？还是要给小费吧？应该就钟点费而已吧。没有钟点费，就小费而已。就小我们就付小费而已啊。钟点费那个就应该在桌面台面上算对。哎，框与不框是我要讲吗？就是你需要开口，还是他一直做到最后就已经框起来了？没有吧？看运气，因为有的小姐真的生意很不好，她就陪你做啊，就算终点了。对啊，如果她需要你框，生意好的话，她就直接跟你讲嘛。你就要直接明白讲。比如说，她像我那个，就是她有人叫她要转台，那你要不要框我？不框我要走咯。对啊，哦，对啊，对啊。啊，你不爽，你也可以再叫猫咪再叫一个进来。哦，对啊，我们就是想啊，算了，没差。对啊。然后因为那个，你不要想说现在可以干嘛，没有啊。我正想问，那可以干嘛？没有干嘛，就帮你倒酒。现在小姐穿的爆干多啊，夏天去爆干多，我只能看爆干多。以前去至少有奶露给你看，有一条线在这里，没有。哈 baby， 看一下他的脸有多苦。他是穿哈 baby 帽 T 是？不是，我看到他是穿那种是 T 恤啊，到这里的那种 T 恤啊。真的没有，而且是我说的那个91年次的阿姨哦。91年次也不要叫阿姨，不91，不是他说他20几岁的，然后他穿那个真的是小 T 恤然后想说哦，这是酒店，比爸爸哈哈被那个叫什么单心行人过马路那个还要大件吗？差不多就大概那种感觉。外面大学生比你露，对，没有职业道德。然后就后来就我看就有的也是转了，然后有的就一样做到最后这样，然后就好，然后就反正到后面就也是唱歌什么，就真的没有以前那么好玩啊。不能再补吗？还是你们就没有补了？
就是在叫妈妈伞带新的小姐进来，要是可以啊，要补也是可以啊。然后可是到像我们那个时候到后面，就小姐要转要走，或者是她可能要下班什么的，嗯、一两点，你要妈妈伞也要下班啊。哦、嗯，对啊，嘿，没人像你们做那么久的，对，没有人像我们做那么久，所以你们到后来就不补了。那你后来在干嘛？我们后来就是有一些小姐，我们刚刚讲的职业道德，嗯、哦，就是他们因为他们上班，他下班要换衣服，对、嗯，然后有的小姐就换完衣服，我们没有框她哦，然后换完衣服回来继续做，哦、真的、哦，你们相谈甚欢是不是？怎么回事？是聊到内心是不是？换成便服了，对，就是有的小姐要回家了，就是有其中两三个就是换完便服之后回来继续做，这么爱哦，嗯、哦，真的、哦、哇，那你们后来在聊，除了玩游戏，应该就开始聊了吧？一直玩游戏吗？因为玩游戏只玩到十二点呐、啊。啊，对啊，接下来干嘛？从十二点到五点，还五个小时，就是、基本上就是朋友唱歌玩喝酒啊，啊，只是多了一些妹妹啦。啊，那你们会在那边说，哎、嗯欸，你也唱一首哦，好听啦、啊，这样会吗？所以是怎样？嘛互相唱 就也不太会，就唱歌啊。对啊，哎，没有就唱歌、啊，就唱歌、啊，唱五个小时。这一段你看看他的脸，似乎有点看他的脸难演。有没有影片？对啊，怎么可能就唱歌、嗯、唱五个小时？没有啊，因为中间我们会聊天，就像你们去唱 KTV， 你们就是、嗯、啊，你这个人在唱，你们可能其他两个就聊一些啊，基本上我们那个都是商业局，就是聊一些生意啊什么的啊。到后面会做那么久，是因为。我们那一摊是有一个特别爱唱我们这个行业的大佬，嗯，大佬，真的是大佬，他不走你们就不能走，就是那个算我们这个行业以虽然也是最top的、嗯，我知道你们那个行业的张忠谋啊，对对对，然后他就发表演讲。啊走回去走不了，是走不了，从一点讲到五点，好妖啊！所以你们听他一直讲，是，他就是讲，就讲过去啊，然后啊，对啊 ，no， 给公公跪去，然后小姐为什么回来了？因为他点的歌还没来，他想说再三首就到我了，干我要回来唱，然后就大家在那边就是哦，就听他讲的好，这样，对，就其实哎，这个。我爸也很会讲、哦对我爸也是，就是他喝到一个点，这种就会一直讲，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就喝到一个点之后就开始演讲，然后遇到那种年轻一辈的，就是来就给来讲，不是说叫阿大哥就好了吗？这边他已经醉了，这时候就阿姐了，没有来就给来讲啊，开始呜呜呜呜，然后。年轻的一般正常说都不会把自己喝到那么醉、啊，哎，对，像我、嗯、我也没有喝到，我们就说哦是，是哎哦当然说的是，嗯、然后就是、听到四点多，真的快受不 了，所以其他小姐负责当背景音乐去唱歌干嘛的，对，哦、对那你会赶快假装点一首歌，哎、欸、我的歌、哦、这样子，没有就断了，因为他有可能跟哦因为我们去的人多，对，然后他可能。等你讲完，跟你十分钟，跟你十分钟，跟你十分钟，然后讲完，然后最终再发表一个大演讲，然后下面人就哦，对，就是大概这样。那小姐是听得欲罢不能吗？没有，小姐换完衣服再回来。没有啊，小姐就间谍是不是？没有，因为她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还没发小费，他们也听不懂啊，没有发小费也是一点哦。他们不能因为你赶快发小费，你做妈妈哑巴呢？不行啊，对啊。啊，那我知道他已经他妈熬那么多小时了，我就对对啊，这时候走可惜。对，小费是一定要发的，小费是一定要发的。对，然后小费我们那个时候就去嘛，然后很好笑，因为我这次去我知道，就是我去之前那个微信支付宝对两个我都有绑。所以我这次去我妈公司给的经费，等一下，公司给的经费，我妈连去叫小姐都是给小费，也要妈妈出啊？这个没有，你解释，这个是我这个是洽工行程，洽工，对，小费也算是报工，对对对，洽工行程可以打统编吗？小姐打统编，我们公司的财务就是阿妈，财务长，所以这个要请经费算合理，对对，立合情合理，所以的支付宝、微信都是绑阿妈。账没有绑我个人的，绑个人，但账单是阿妈在缴，没有，阿妈有供，他有多少那个扣打，对，阿妈在扣打啊，没有没有，我们这个出门好歹也算是因为阿公退休了，我们也是李总，李总自备不能上限，不能没有上限，对对对对，还有一个嘉年华这样，对，是那个是太过分了，然后我们就哦就。我那个我在机场的时候，我就没有换那个人民币，对。然后我同行一起去的那个朋友，嗯，就是他
爸爸以前就是跟阿公，他们是一起去的哦，酒友啦，对，就是上一代旧、啊、的对，然后、啊啊、我们年轻的又一辈啊，我们就因为从小一起长大又很好，然后回来又刚好都做这个行业，然后他爸妈拿了一个信封袋，然后里面大概有三，应该两三千块的人民币、哦，然后里面还有那种一块啊五角的那种，一炸开不掉的，对啊，就以前他爸去没有花完的，啊靠，好感人哦，交接给他。我跟你说为什么？那他们那一家就跟我们很好，然后他们非常有钱，就非常节省，他们非常的节省，钱是用在刀口上，对对对，就我们去什么吃饭啊，他会给你叫一大桌菜。啊、可是平常他们生活他们对自己就是那种、哦、很节俭很节俭很节俭宽以待人、啊、但对朋友可以是蛮大方的，对马上去跟他当朋友啊所以很好啊大腿有抱住啊然后他我想说、啊、他身上有那么多人民币用他的就好了用他的啊回来再算因为他也没有那个支付所以有一些、哦、比如说像我们坐计程车什么现金、就是、都支付就可以用这样然后他现金，就他现金完全花不到。为什么？因为在现在在大陆，其实你现金很少可以用，因为他们都用微信支付。他们其实比我们更第三方支付。对，他是故意就不收现金了、啊。不收，我就不收现金。对，因为他说我没钱找。对啊，你如果100块钱，他说不用找，他也是收。可是他就是没钱找。你像我们坐计程车，有时候可能12块，对，12块几毛。他根本身上都没有几毛的那个零钱，对啊，他也没得找，对，哇，你就支付宝呗，对啊，你就支付宝，微信扫一下，微信扫二维码，扫二维码，扫二维码，对对对，就是类似这样。然后他，所以我们去酒店，我那个时候还跟他，然后哎，不然你拿500块那个给我好了，人民币，回来我拿现金给你，我跟你换，哦，这样我们就不用再。在借还是干嘛？在那个当下，对对对，借我500。你说坐在那里说，哎哎，不好意思，借我500，我没有钱，小姐的费用这样。对，然后那天出门的时候，我刚刚说差不多，因为真的是过太久了，然后你以为是100100发，对，然后我就想说，这是不不用带那么多钱啊，就差不多一个人带500块，我觉得应该就差不多发小费而已。对啊，因为我们桌面什么大家都就是有人出掉了，都处理好了、啊，然后我们就哦发个500块，500块也两三千两三千而已呢。对啊，对你心想说他时薪很低，都是小费而已，我觉得时薪真的好低哦。然后小费而已，对啊，然后应该差不多了，然后就去那个就在前面就是大概在8点到12点这中间聊天的过程中，嘿，那你们一个晚上这样可以收多少小费？他说就看客人，就我们不会问直接问他说你小费多少钱，就是大概会从侧面这样聊一下，聊一下。我们虽然说很久没有出门，不能让人家笑，要有技巧的去试探。你想要呈现你是一个大气的李总，对，试探一下。那个他说哦不一定哎，反正我们就一次800啊，然后就有时候表现好就发个两三次。800是4000块，低消8540。对，给一个小费要给4000块台币。哦，那我叫传播就好了，四千块，现在大家不去酒店啊，四千块才能泰国，4000块可以干嘛？你点名，你点名菜都是大夏啊，是的。你点名菜都要干嘛？他去过他朋友去过泰国啊，4000块是不是可以干很多事情了？他说可以洗很多次，这是洗很多。骑大象，骑大象，他说洗洗的洗澡，洗大象。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被洗吗？大家可以被洗。哇，然后一轮还可以轮个两三次，所以假设4000块四三哦，有20000多块，好像蛮开心的哦。对，这样子比较好啊。就他的低消就是以前他们发小费，100100100现金，包括说在台湾你发个1000块就一次1000块给你，物价通膨都已经往上飙了，下了一次要4000了。对，没有，搞不好现在台湾也更贵了。没有啊，是不是？一千，他说没有，你在台湾发1000块，对啊，也是懂，你懂。会不会你已经被列入黑名单，说这个人只发1000？
不会，因为其他都发几百块的，有那个两百的、啊，怎么会这样？真的啦，这很难赚呢、欸。在台湾发小费是进去那个柜台、嗯，就是我们都会哦，比如说先换两千块的百钞、嗯，百钞哦、嗯，百钞、啊，没有那个是那个比较老的店吧，就一百一百一百，一百一百一百，就跟玩游戏 啊，喝酒什么给他这样的、啊，但会一直发啦。现在也差不多啊，嗯、年轻人也差不多，因为一百一百。对啊，不然呢？哎、欸，现在台湾经济条件没有很好，但一个晚上是会发很多次啊。对啊，就是你可能，我、哦、比如说倒个酒，你喝到最后就是两百。我们到最后就是我们呐、啊、就习惯有的比较我们讲比较短型、嗯，就是喝酒喝了比较那个，对，人来疯这种，对，他就换个三四千，嗯、然后一百块，尤其不能新钞，哎、欸，因为你跟柜台换都是旧钞，然后就一打进去，然后那个东西压着，跟小姐说，就是我有小费，然后有的小姐就这样抽，你喝到最后，然后我抽一张啊，我抽两张，然后就这样抽，对，嗯，对，类似在台湾呐、啊，他、嗯啊、在那个大陆就没有，他们现在支付宝直接哦，直接支付宝、嗯，然后我就问，然后到十二点一点，我那个不是中间跑掉了吗？对，然后又回来，因为你还没给小费、啊，对，我还没给小费、啊。赶快赏我人二维码！那他会提醒你吗？哎、欸，小费还没给哦。会，他说哥哥发一下小费吧。对，他已经回来，就是为了要钱，难道为了交朋友、啊？然后我们就想说，啊、也是要啦。就我就哦，发完大概过十分钟，你发八百给他吗？他就不见了。八百啊，他低消八百，我就用微信扫了八百给他。嘿，扫完之后人就不见了，过到十分钟不见了，我再也没看到他。职业道德的部分，对，他之前还有来来回回，那现在直接不见了。点那个最红最漂亮的，不是？哎、欸，他在这边凹四小时才八百，他有没有转桌一小时就八百了？然后不是啊，在这十二点之前、嗯，就是你在聊天啊什么，然后就、嗯、哦哥哥你弄啊，他说啊，就问你有没有结婚啊什么啊？因为我手机是我们全桌面是全家福，然后他说他还跟我说。哇，你两个儿子很帅哎、欸，怎样怎样？然后后来就不知道，他说啊，有没有常常过来厦门啊？嗯、他说如果有过来厦门，可以加个微信，可以找我啊。嗯，问、啊、要不要在这边交个女朋友啊？我说哦，他直接赶紧揪哎，对，赶紧揪呢。然后说哦，就是过来找他，就是、如果有过来伴游啊。可以找他，还可以伴游、啊，他有在接伴游，就对了。就是、其实他搞不好话术都是这样哈、哦，交个女朋友，交个女朋友伴游啊、嗯，就是我可以陪你出来玩啊，就不用被赚、啊，他就不用被公司抽，对不对？对对对，私接啦，私接，对，就伴游，个体户，然后、啊、就加，你就加微信，没有，你加来，没有，真的啦，你加一下，你回来推荐嘛，你屁，推荐给蔡宗汉啊。加个微信又不是怎样，对啊，他聊个天加个朋友、啊，没有，真的，我真的没有啦，你屁呀！现在讲一定没有，没有啊。我们等一下私底下讲，哎、欸，私底下。那然后后来我跟他说啊，我就说我不用，我哎，你不会说哦，我没有微信吧？没有，我说几年才过来一次啊，少很少来、啊。然后他就跟我说，你交了之后就会常过来啊。哎呀，好像蛮合理的，假的，你懂屌，蛮合理的。去吃我的海鲜、哎，又有什么展呢？带你去吃、哎。下个月有什么展呢？又有什么展呢？怎么突然间那么爱看展？干嘛有？阿牛片阿杰给我去啊！没有，然后后来回来嘛，八百方不见了，不见了。然后我说看一点职业道德都没有。然后要你的钱，然后我们有一个朋友就喝醉了，他是真的喝醉了，然后他就要发小费给那个小姐，然后那个小姐说实在就普通啊，然后他就发小费给他，说你要就是他要醉了，然后说你要有职业道德哎、欸，要顾好哎、欸，然后就发给他，然后那个小姐我说实在那个。真的有职业道德，他顾他到最后，他到最后他就我那个朋友到最后是躺在那个包厢里面，就躺在那边，他翻身擦背哦，然后入窗，这个好像还有照顾服务员的症状，他吐，赶快拿垃圾桶接，哦、然后把他拍，哇，對哇这职业道德，这是有监护理的感觉。他这点台率很低哦，他们不忙，没事啊，不忙。他们是两兄弟，然后所以那个他一次要照顾两个，没有，他那个是弟弟，弟弟倒了，然后他哥看那个人一直照顾他，那个大他哥后来又发了一次八百给他，立北拜，职业道德，哦，然后就那边这样，八
就是800小费低消，然后就哇靠，真的很伤、啊，很伤，很硬、啊。对，而且我们不能发太多次，因为他那个微信跟支付宝他有限额。一天只能转多少钱这样、哦、然后我微信刷完之后会刷你就没有办法刷第二次、哦啊、所以第二次就要用支付宝、啊、支付宝刷完就没了就、哦、一千你那扣他不能往上调吗跟那个信用卡额度因为海外不行你是海外哦、oh, ，我们是有上限，有上限，对不对？海外的信用卡，你如果是他们当地的银行卡就没有上限哦。对， oh. 然后那一天最好笑的是，因为我们那个是第二天，嗯，然后我们同行去的啊，就是那个有朋友，他们是真的是在那边有公司啊，可是因为大家也都太久没去，什么。支付宝什么都被锁掉了、hey. 然后那一天要付那个桌面的时候6000多块的时候付不出来、是大家在那边凑钱因为没有一个人因为我们的微信支付宝、hey. 没有办法刷全部都是上都是就没有办法刷到那么大金额、嗯、然后是因为我们那个做我们的行业就有人身上都会带现金、啊嗯、然后就大家在那边凑了6000块算了6000块这样给那个那个酒店，对，然后他有点走不出来，没有。然后最好笑的是，就是大概在12点那个时候，大概因为我没有算时间，就差不多喝到那个时候，就有人，要带小姐出去，就带她刚刚那个91年吃那个就要被带出去。等一下，谁？你们同行年轻人要带那个？不是年轻人哦，老的要带出去，他就要带出去，有火起来就。啊，要带出去，我们就问啊，我就好奇啊， hey. 我说干小费都800了，那带出去要花多少钱？嗯、hey. 嗯，结果框是1800，那带出去2400，哈，2400哦，哈，欸、等一下2400是单纯带出去，带出去还没有后面的服务哦。对，我花了10000多块，我只能带出去给你吃宵夜，对，吃宵夜还要你付，哈，一万多啊，过夜还在另外吗？对，这是骗光客吧？对啊，对啊，太贵了吧？没有，因为他们那边现在真的很危险，你去不要乱叫。那公安、oh. 我们去住的那个饭店以前就是那种一体式的，就是卡拉 OK， 楼下是酒店，然后上面是房间。嗯、他们那边很多就是那种厦门那个地方都是这样，就去上面就好了，这样对。甚至你在房间打那个客那个柜台就可以叫小姐上来选了。哦，对，对，现在没有，现在不行了，现在没有啊。他们那个门口就大大的写说禁止嫖娼约炮，禁止。那我不给钱就不是嫖了，那我们谈感情啊，对，不是哦，不会谈感情不行、啊，我交个女朋友嘛。对，然后我们也有听过一些，就是那个，就是。有一些例子啊，嗯，就是没事啊，因为那个有事就真的很大条、哦，真的哎，去了嫖娼约炮，对，那个因为现在他们那边就是那个政府的管制，就是他们扫、哦、黄，他们之前对扫黄、啊、有一个，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不能乱叫，没有在跟你开玩笑，台湾还可以 哦啊，我叫上来的啊，没有，他们走、哦、就先把你关进去。哦，看关多久再说，先被关就对了，就先关、哦，对，所以你先花2000多块把他带出去。啊，就这样啊！后面你们再自己去瞧，你们自己瞧啦、嗯、啊！不要被抓到，就这样啦。对、啊、对、啊、对、啊，不要被抓到。对啊，对啊，对啊，那相对安全哦，比起来。对，因为你们是一起进去，然后有一些你们还有点感情基础吧？你这要先吃饭，你有几个小时的感情基础？对，我跟朋友开一个房间不行吗？对，你管我？我宵夜请他20000块啊！啊，我这个不收钱，我就不是嫖啦。哎、欸，你这聪明人，计划聪明。我这个宵夜请你20000块，对，要、啊、陪我过个夜，睡个晚上不为过吧？不是嫖，对，就不是嫖。没有没有车了嘛，一起住一晚。对对 对。然后我们说啊，那个出去要2400，要受掏不起。我就是那天晚就隔天回来打电话回台湾嘛，跟我爸我说借钱吗？那个真的，我们在台湾好歹也算是蛮会。就是我们蛮会赚的，哎，蛮会赚的，经济条件也都还有一定的水准。我说去那边了，人家开美丽，不应该是那个姿色，你去你去美和，我也觉得那个商品不对，阿姨还要1-2万块美和没有？然后说哦，真的好贵啊！你们以为是这样？我们、嗯、因为我们同时间有跟，就是我刚刚讲有一团是去岛外的，岛外的，岛外的，我们的小姐还真的比较漂亮。
哦，档位更惨啦，数值有差。啊、他们那边小费什么是真的有比较便宜啦，便宜啊、可是也没有多少，就是便宜个几百块这样，一分钱一分货啦、可是也是以台湾来讲，真的也算蛮贵的。哦，对啊，他们那边的小费我记得好像是500块，嗯，500还600哦，对，那没有便宜很多啊，对啊。對然后我说哇，好贵哇，喝不起，這個、要出去还是要有口袋呢？所以我以为你打电话给妈妈是申请更多经费，不好意思，请调高我的支付宝额度。没有，当差一点点的时候，我们会选择、进场他再去追。摊平，跟我们投资的概念一样。对，然后当他大势已去的时候，我们就选择，那我们断尾求生，没关系，我们就花个800结束。哦，对，哦，哇，我觉得长知识很多哎、欸，对啊，可是你要想看，从九点做到早上5点、哦，也是啊，很辛苦。他们算 OK 呢、欸，已经做很久了。然后人家说还没开门，做到人家已经下班了。哦、是8点早到早上5点呢、欸？对啊，对啊，到5点，我们离开的时候是5点。哇，好累啊！他那个真的正常的上了一个班呢、欸，从早上从晚上8点上到下午5点。哎、欸，这样我觉得台湾的酒店小姐蛮难赚的、欸，因为你想想看，如果是做传播、我可能是算结的，但是我是台湾，我那个小费我也是给那1-2千，他还要喝酒在那边抽，好像不好赚呢、欸。如果不好赚、啊，我做个体户，所以你就知道人家多辛苦了，我们要常常去照顾。我们这个也是辛苦钱呐、啊，对啊，因为今天刚刚对啊，你知道那个、啊、你知道那个背后有几个家庭吗？要常去，对，常去，要好好照顾他们。你知道前几年我们这些人没有过去，你知道多少家庭破碎？疫情期间啊，家庭破碎是不是？对啊，要补回来，把他前两年补回来。疫情期间，你做善事啊，做善事，对，可以。好、啊，那礼拜三、第三天、第四天应该就没体力了吧？也没钱了吧？第三天是真的没有，太累了。对，然后你都没有看展，真的有啊？到5点，一定睡到下午看屁展、我们那天9点就起来了，因为我们那一天的行程是要去漳州，就是从厦门漳州那里，从厦门过去大概一个多小时的路程的一个小县城，然后去看，我们去看设备、生产设备、然后看完就那天就留在那边过夜、然后那天留在那边过夜，我们是住那个就是我刚刚讲的那种一体式的。哎呀，还有体力吗？再来小县城真的是我们没有去喝啦、因为我们那天就剩3个人、就是对，就剩3个人，然后没有去喝、可是我们就是有经过那个旁边那个大概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在我们第一天就是在台北市热闹、然后第二天可能就是到新竹啊、苗栗，对，那种地方就是人比较少的地方，就一般他们在地人会去的。我们在下面看，哇，那个真的也很难吃下去，真的喝不下去。素质差这么多，因为我们那天大概3-4点就去那个 check in 嘛、因为我们那天是真的是公事，就是看设备什么啊，3-4点 check in、check in 完之后晚上我们就去市区吃饭、然后 check in 的时候就小姐刚好也都来上班，然后我们就看他们上班。哇、那个真的就我们那个朋友就说，因为他旁边他那个有一个 pub、就他们说音乐吧、然后我们是住酒店里面有 KTV， 它是另外一个楼电梯上去、就可能2-3楼，然后我们住的是在可能5楼以上这样，对，然后它楼电梯是分开，我们就看到那个小姐准备去上班，那个真的喝不下去。然后旁边 pub 就比较年轻人、可是 pub 那个我们去就感觉比较危险。怎么说？因为第一个我们外地台湾的，然后他们那个又是不是观光区，然后是就是他们在地的，我觉得去风险比较大，在地的8+9，这对风险比较大，对，然后因为酒店毕竟还有制度，对对对，有人保你付钱就有人保你，酒店其实是安全的，对，然后我们就没有，我们就在下面这样逛看啊，那个 pub 那个 pub 的那个妹妹，就他们玩的是就是跟台湾差不多，可是也没有到很漂亮。乡下地方要求这么多，人就已经很少了，都去城里了。对，然后那个酒店那个是真的喝不下去，然后那一天我们也是就早早
洗洗睡啦，还是打给大舅妈洗洗睡，打给他睡啦。然后隔天，因为我们去嘛，就礼拜天我们就要回来了。然后礼拜天那一天下午，就我们第。那天去的那个招待的那个厂商那个老板，就说那天他在那边，就是后来演讲那个，然后说那天他在那边，他两个儿子表现没有很好，什么意思？叫表现没有很好，就是吐了，是不是？没有，不是啊，不是他们，不是他们，没有好好社交，没有好好的社交，是社交还是社交？社交也没有好好社交一下，都没有，然后说就是。跟我们没有很熟啦，没有跟你们拉在一起。对，然后就是叫那个带，就是因为我们是跟朋友去的，就叫我那个朋友，就我就是说我爸之前都跟我爸他们出去那个朋友，市交，是啊，就叫他就是在晚上再揪一局，又揪，对，然后就是我们年轻的一拖，然后他自己处理这样，他老人他自己想办法，就叫我们年轻的。自己去就好了，就把他儿子跟我们都在一起这样，然后他说啊，我们就回去了，然后他还说叫我们改机票，他要出。看这听起来就是胡乱小，因为商场上很多这种胡乱小。没有，他是真的，没有真的，那个是真的，财力什么都真的是很雄厚。你笑了，你可以呵呵啊，圣姐，老板给你出力，给你出力。然后因为这几年我们算是比较做的还 OK 啦，啊，就是。二代他们那个二代回来接班，就想说要跟我们认识一下，这样对，然后就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赶快跑了，就看完之后我们就赶快回来了，对，所以你没有在那一头，很想啊，没有，你有用说，哎，那我妈打算找我，没有啊，就差不多这样，对啊，所以真的有玩到，就那一个晚上，就那个晚上，晚上玩了很久，回来分享完之后，然后因为我们去看。我们是这次去主要是去了解说有哪些他们的市场啊，我们需要的东西有什么产业啊，对，然后那你要打到对岸吗？没有没有，就是我们要采购一些设备啦，对，因为他们那边市场大，他们设备更新什么又比较大，然后回来我们就在讲说，哦，就是有一些厂商什么我们都有接洽到，可是因为时间真的很短，你没有办法说马上在那边变化，所以我们然后回来约回来，然后联络好，就是可能我是原本预计可能12月或就过年前后，还要再去就对了，合理合理，要对。他是说这次去看设备，下次去工厂看生产，他可以再下次去看人，这样看一下那些设备不知道怎么用啊。对对对对，所以要去工厂看一下，看人家怎么生产，对，看一下怎么设，取经的部分，取经取经的部分。然后这次回来我们就在讲啊，然后联络好什么厂商都下次要去取经。在揪什么？对，结果这是就我们刚刚讲，我们有一个私交，我们一起去了，这是直接被阿公他们拦住，他们说他们要去，你回来分享给阿公听，真的假的？所以你爸要去，你没得去了。他们12月真的吗？对啊，12月换他们去，换他们去，你不去了？我没有去了。我不能一起去吗？你可以去就亲子洞啊，不行啊，亲子洞啊，这个太大了，不行，没有啊，因为我们要有人雇啊，公司要有人雇啊，就是要有一个人留下来雇。那你心里是觉得可惜，还是说，哎呀，让我爸爸去？没有，我心里面觉得说，你们去啊，你们那个连支付宝什么都不会，我看你们去那边。哎，因为我还几年规矩的人民币，好不好？我跟你讲，你爸学习能力很强。对，我爸那边，我他那边讲，我爸说支付宝我已经弄好了。重点是，你爸等一下开始写程式语言，我跟你讲，没有，你支付宝你弄好，重点是他的信用卡是阿妈在讲。阿嬷信用卡是那个额度是可能一两万块，很少的那个，对，很少。哎哎，那个昭正哥，你听到了哈？记得把阿嬷信用卡额度先调高一点。对，阿公有听到啊，先去换人民币啊。你们可以用公司卡，蔡，你问蔡宗翰呐。没有没有，你知道我爸就说没关系，因为我舅舅在那，他说我小舅子在那，我大舅子在那边，他会照我。哦，有人照啦。对对对对对，没关系，他有当地卡，要刷多少有多少。就是我大舅，他因为他是在广州，然后我们去都是在厦门，然后我大舅就会特地飞过去广州汇合，然后招待就是跟我爸他们一起去，然后现在我大舅身体不行，所以这次没有地头蛇带路，对，阿公之力之强哦，哎，我们先跟阿
阿公约好十二月回来以后再录一集，对，再录一集换阿公上。所以他是原本没有要去，但你们听完你们分享之后，觉得那边的仪器太棒了，有点痒，他有点痒了，那边的展实在是太值得去了。阿公退休嘞。啊，没有，退而不休，退而不休，他叫退而不休、啊，没有，他都说是那个，他都说是那个阿伯约他去的，对我们那个阿伯约他去，我陪去啦，对，那个阿伯，你知影那个阿伯吼，他就伊啊，叫我陪去啊，我听讲今麦是白啊，真厉害啊，板料都软，听讲今麦白罢工，那不是重点，不是重点。是展很好，哎、欸，展很好，一定要去看看人家的工厂、人家设备。门票啊，在背吧，哦，背吧，是门票吗？然后换他们要去，然后我们好吧，好吧，好啊、对了，成人之美啦，好啦、啊、你去就去啦，对啊，你去就去吧，一月你们换你们去，对啊，反正你们去也看不出这个所以然。反正呢，阿公也是预告我们啦。嗯，十二月回来，我们再约他来一次了。阿妈应该说，你等来搞一下成果报告哦。好好，你去出差一下报告哦。出国报告，第一天去哪里？第二天去哪里？不能清款哦。你那些什么八百块？为什么一次是八百块？怎么每一个门票都八百块？一个晚上去三次。他们那个支付宝、啊，你刷完之后会有记录。哦，对，像他们是什么什么小吃店吗？嗯，没有什么娱乐会所。哦，娱乐对，像我那天刷，像那一天我发小费，我不是说我发了一个八百，对，然后后来就是他们有一个要带出场嘛，两件事，然后他要带出场的时候，他因为我们那个他还有服务生，就是我们那个包厢还有配两个服务生，就是帮你收垃圾啊，就是少爷那种，对，类似，然后那个也要发小费，然后妈咪也要发小费，那他们那种小费比较少吧？嗯。三百比较低的吧，没有，也是就是他们那个就是低消就是八百、哦，可是不分啦、啊，不分你是哪一个身份的啦。然后最好、欸、那妈咪最好赚呢、欸。最好笑的是，就是那一天大家支付宝都已经刷爆了，对，就是大家微信什么都刷爆了，因为就是因为国际卡就真的好像一天一千块，然后真的刷爆，我们就啊干球了。然后我就突然间想到啊，我支付宝还没用，因为大家在那边钱都凑去付桌上了，对，然后在那边，然后就哦好啊，不然我收到看。嗯、然后因为他们有三个人，嗯、两个服务生，一个妈咪，总共要2400。对，然后那个我们那个同情的时候啊，叫我先刷，然后他明天进公司拿现金给我这样，嗯、然后说哦没关系，不用了，那个不然我们就付，因为。嗯要刷啦，也是要刷啦，对啊。然后我就说刷，我第一次刷2400，比交易失败，然后额度不足吗？对，然后就是已经超过不能超过线了，超过线了。哦、然后到最后我就说哦，不然我就那边刷，我就说哦，我只能刷800，然后我就刷800，然后我说那、你们三个人分。所以超不爽，你有没有职业道德、啊？你要有。你要顾客的职业道德，没有我就跟他说，我要说我这个就我可以刷得过，我就给你们。我也很坦白跟他们讲，我说你拿来刷，你怎么刷？你怎么刷？我不管，你拿信用卡来刷也没关系，反正只要你有办法刷，我就刷给你。结果他们信用卡，因为信用卡也不是银联卡，他好像也不行，也刷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是那个额度，我那个卡额度有20万，然后也刷不过。他余额什么都还够，我坐车扣款什么都可以，就是刷不过。然后那个微信也刷不过，然后到最后支付宝也刷，就只能支付宝。你能刷多少就给你了。对啊，我说你能刷多少就给你了。到最后刷了一个800，我说800，你们三个人分，好难赚，你一都要七加拢六倍啊，整个桌面六倍啊，从晚上8点差一直差，啊，你是不是我小进步啊？没进步啊？这托真的很难赚。原本说那个小姐那个小费，原本我们都讲好，就是那个要先走，就是带小姐出去呢。那个人要先付，就他没有付，他走了，他走了。人家忍不住啦，对，然后是我们也要走了，然后是那个就他们讲过叫公主啦，就公主来问我们说，啊，那个老板李总，发一下小费吧。然后我们那个处理的，就是处理怎么样啊？刚刚那个先走了，他不是他要付，他要付了、啊。说没有啊，没有啊，他们还拿那个就是那个交易记录啊，什么卡机给我们看，说真的没有啊。然后后来说，不然你就要刷啊，在那边凑钱，好囧哦。很久、欸，你这样没办法大气。难怪那个老板说，够啊，这个机会。
还在那边凑钱，这很闹亏耶。大家现在去东方威尼斯，可能会看到一个黑名单，就是台湾人进入。没有，因为真的没有办法刷，不是说我们没有钱。我记得在那边去的那一天去的，我们同行的那个每个身家都上亿。我进来先检查你们支付宝扣打还有多少，你确定可以刷破万的？再进来，你再进来，还是现金有带多少？你再给我进来。然后就是觉得哇，有够好笑。所以大家下次去带现金，带现金，带现金。他们那边现在治安没有以前那么不好，哦、他们现在治安很好。哎、哦 okay, okay 欸，我因为不会抢劫，可能你身上也没有钱，因为天眼，各位有天眼，真的有天眼，就是天眼。因为大家想说以前带包包去会被危险，会被怎样？对，现在就是跟在台湾一样，你就是扒手。Hey, 放手机这种偷偷爬的，就是会偷，可是不可能会抢、啊。对，不会抢， oh, 所以你只要包包什么、嗯、就是正常带好。其实他们那边现在治安也没有那么，就是没有以前那么不好。他们现在那边治安说实在的，有可能比台湾还要好，因为真的很恐怖。嗯天眼，而且因为一般人不会带那么多现金在身上，对他们都是手机支付，他手机支付一般都绑个人，所以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抢。对啦，没错。对对对对对对。但如果你是要去东方威尼斯附近的话，要小心，因为可能大家会知道你会带现金去，在台湾来的一定额度都不够，一定会带现金去。看，我觉得哈，先看有什么方法申请一张联银卡。对对，不然真的很糗。或者是你就申请一下，你去那边开户啊，在那边开户就要有。那我那个也是很。复杂哦，没关系，我跟你说，新北阿用在那边有户头，我可以借你。你那个户头没有钱的，你们先存钱进去啊，存钱绑那个卡呀、啊。哦、新北阿用也，啊，毕竟他没混了十几年了、啊，对对对对对对。你应该跟你表弟借一张卡、啊。有啊，我后来那个抖音的账号就是跟我表弟借的。哦、对对，那有地头蛇可以。对，跟你们的大你们，而且你们舅妈借一下。而且我去之前我就跟，就是我因为我是带另外一只手机去，然后因为我那个手机是。新的微信，我还加我舅妈、舅舅，然后我表弟，嗯，求救用，求救用，我就跟他说我要去大陆啊，有什么？这是我新的微信，啊，有什么问题？就是那啊，舅妈，我舅妈说啊，有没有钱啊？什么什么？他如果有什么问题，马上跟他讲。那你要马上跟他讲，舅妈，我在东方威尼斯没有钱。我们分享一下哦，他们的舅舅哦是娶了这个大陆的舅妈，舅妈，所以舅妈是大陆人，对啊，大陆人。对，然后我表弟是台湾人，对，可是他是台湾的护照，可是他是在大陆那边长大，哦、長大对 ，OK， 对对对，那这样应该要舅妈的，对对对，要在地人、本地人、中国人哎、欸，对啊，比较糟一点，对对 对, 對，嗯，没有哎、欸，我觉得不一定哎、欸，哎呦，就接触之后，我发现他们太压制他们的人民了，嗯，他们对于所有不合理的事情都说 哦, 哦，好，没办法。我接受、哦、就很容易接受这样、啊、不然你也不能怎样、啊、对就是这样你也不会想要发声为自己发声因为他可能会被抓去关算了因为就是之前有一些银行的事情麻烦舅妈处理然后就我觉得这就台湾的事角度来看的话 就觉得这不合理啊怎么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我们就哦没办法没办法、嗯、这里就是这样规定、就是、对习大大这样说就怎么照做 对所以其实他们的人民当地的人民可能蛮压哦我没办法好吧那没关系对、哦、不能反抗啦、嗯、太恐怖了那个就是万事小心、啊、习大大说对但我觉得下次的时候你可以带蔡壮汉去怎样、哦、啊为什么怎么了就可以去拍啊不能拍吧你们不要拍我们拍外面不行、啊哦不是欸、我们拍那个建筑我这次、啊、我这次去已经帮你场刊都弄好了，对啊，然后下一次去我一样有厂商可以招待，不用钱了。哎呀，那小费小费要自己小，不用钱没命回来。我们在那边就是我们一起长大那个朋友，就是因为我们一人带500块嘛，然后在那边有付一些钱，什么现金不够，然后要发小费。然后他还跟我们一个朋友另外一个一起去的朋友借钱，然后就是我爸那个就是以前跟我爸出去那个大哥啊。还跟他借了800块小费，嗯，发小费，然后这间就几开几百呢？没有啊，在车上，我们因为我们一台车计程车要回饭店，对，然后在饭店的时候，那个大哥还特别的交代那个我那个朋友说。啊，你背包好爱用我哦，豆饼的我处理啊，这无人，算讲这算人，算人，算人。出来佚佗这算规矩啊，啊，你背包好爱好啊，嘿，其他豆饼你莫感觉讲迄个
大哥我做当生的是怎样，那道明的我说这算规矩，你那八百块要玩，因为会衰对不对？是吗？因为写衰啊，衰啊，哎呀，类似啊，就反正这个东西就是江湖规矩，江湖规矩，就是他们一个江湖文化。对对对对对，你可以在场我们一起玩，其他我可以请你喝酒，但不能请你，对，我可以干嘛？吃海鲜，公主的消费什么在里面，你可以发什么都没问题，可是。就是这个借钱发这个，不好啦，就是不好，你一定要還人家，可能会真的会带衰什么，不好啦。对，真的就是江湖规矩啊。张老板听完是不是觉得很想去见识见识？我去帮大家拍。对啊，你进去，对不对？然后我们一样，重点是你们公司有经费吗？你们公司。千亿的，你在那边开玩笑吗？这个拍的需求，他不是在你们公司吗？对啊，我们已经被并购了，在那边他是你的员工。我跟你讲，一进来所有小姐都换哈哈 baby， 来帮我们换这个，我们这个，我们李总，李总自己出的啊，全部给我换上去，哎，这样蛮好笑的，全换就八百小费就给，我先给小费，按你们全部都换这样吗？全换，来个两轮。没有，来个十轮美，接下来每个人都哈哈飞，你直接赞助，没有联名赞助啊，你那个不用发小费，你如果有那个八百块，你去捷运站说，我发2000，你们谁帮我穿一下？谁帮我穿一下？也是蛮有道理，每个人就出来还省一半呢，还不用坐飞机，对啊，那你这时候就要出一个拥抱维尼，拥抱维尼款。我可以坐飞机吗？但我可能会被关起来。对，我能入境吗？你入境的时候啊，他会有一个那个台胞证 B 嘛，然后 B 之后，我就去看，我就瞄他们那个电脑，他就上面写着允许通行。哦，真的？那完蛋了，你一定是禁止通行啊！哎，不一定啊，因为他没办过台胞证。对，我说实在，我不敢是不要跟他赌啦，可是我觉得他们应该也不会鸟他啦，对吧？我们那小咖什么东西啊，现在就是怕没有，可是怕一万，就是你进去如果万一出事就对，就没真的没人救得了。我现在搞不好是他们眼中的什么抗日英雄啊，哎搞不好我是热烈欢迎，还有热烈，你少跳也热烈欢迎抗日英雄，你可以出示我欢迎，欢迎你来了。尤其是什么我去南京是最安全的，我跟你讲，对，搞不好烦呢。你知道他前段时间没跟我说我要去拍企划，我说你确定？然后就说应该没事吧。我说这样想应该是没事啊。可是如果你有事，我可能找不到任何人可以来救你。有那个万一的话是回不来。我们有一个就是好像去年同行发生的事情，就是。有人就是在大陆那边做生意，他欠钱嘛，然后他就说要跑路啊什么，然后就要回台湾，然后他就找船渔船，然后要偷渡，对对对，回来要回来，然后就因为我们这个行业之前有那个就是好像有什么东西被他们那边列管，然后就沉香被列管，然后不能出啊，好像有被脏到还是什么，所以他们被限制出境。然后他们从厦门那边要回来，就想偷渡回来，就拿一笔钱，然后要坐那个渔船回来。他们找渔船，因为一公里多而已啊。对，然后就想说要找拼命看，对，拼命看，然后叫渔船载啊，然后就载，然后那个钱，好像跟那个渔民没有敲拢吧，然后那个渔民就把他载到其他的小岛啊，丢着，然后回去报公安去抓他，哇！然后那个抓回去哦，就直接更惨嘞，扣着，对啊，到现在就是人在哪里，什么人间蒸发都不知道，所以是钱没有谈拢吗？既然都是救命钱，就多出一点嘛，对啊。对啊，还是可能照到一半被威胁，你要加码，那你不加，这有可能，有可能，对，有可能，我就有遇过，在泰国，偷渡的，不是偷泰国要偷渡，不是，我在泰国坐计程车，然后他就是半路在高速公路上跟我说要加钱，不然我说为什么，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吗？然后说没有，然后我也不加，我说为什么我要加，他就把我叫我们下车，就在高速公路上放下。然后到后来，他真的下来帮我们搬行李。我说啊，我家他也不要了。真的，他就把你丢在半路，就把我们丢在高速公路。他也没送 Kimo 外了。对，而且你叫不到任何车，也没有任何车愿意载你。高速公路，对对对，好可怕，超可怕的。你直接走下来。没有，就是那真的后来好好有好心人就啊，报警。哦，直接报警。对对对对，后来是报警。
所以出门在外哦，能花就花。对啊，我也觉得，对，钱都是小事。我们还是去一些治安比较好的国家。对对对，我最后的结论就是，大家还是去一些治安比较好的国家，真的啊，那个不要轻易尝试啊，因为我觉得虽然说真的是。没事啊，以他来讲，很像没事，很像以他来讲，对，我们一般正常人，像我跟蔡中汉去那个肯定是没事。没事蔡中汉，我现在都不敢讲，应该不会吧？我觉得应该不会了。哦，对啊，啊，就不要轻易去尝试啊。嗯、对，对啦，对，因为那个有万一有事，就是真的是谁也救不了，生命很可贵啊。对，好了，下次蔡中汉跟着去啦，好不好？哦，可以啊。有机会的话去见见世面嘛。帮你拍。你们，你就考察一下那边的网络啊、媒体啊、直播、带货、直播带货是怎么样？去帮我看看山之羊。我看直播设备。对，直播设备看怎么样？哦，他们那边直播真的。很厉害，因为我有见识到，真的那个产业真的是蓬勃发展，蓬勃发展，对，要去需要去考察一下，去看看，去看看，啊，最重要是晚上的行程，再跟我们分享一下，考察挖看看有没有直播主，也可以，也可以，哇啊，好啦，今天我觉得长非常精彩，知识量很充足，这个含金量很高，含金量，而且是厦门而已，嗯，那等我再更大都市一点。他们的消费比较更高，可能我们现在讲好像应该明年会去越南哦，越南越南听说也不错，越南的设备也不错是吗？越南听说那边技术比较好，而且比较技术比较好，生产技术比较好，生产技术生产的技术比较好，原料的原产地 ，OK， 对哦，越南，你明年会去吗？哎，那欢迎再来，下个月就去了。你是姐夫帮你出经费，你就说帮姐姐看怎么成衣厂，对，怎么代工厂，那个经费这样花不？越南听说啦，我也不便宜，没有去过，还没去过，听说现在也是蛮贵的，也不便宜啊，就看看有多贵啊。没有，我跟你讲，你有朋友是不是在越南待过？你可以问问他。舍则没有用啊，他就身体不好。那许爸爸就没有用啊，他就是个乖小孩，没有狩猎，对，酒都不喝，全没干嘛。对对，不抽烟不喝酒，没错。对，他们去没有用。等我去完之后再越南分享，再跟我们分享。啊，如果你在越南没有钱，没关系，你就写跟你姐说，哎，来，可以支付一点，就是然后可以广告自录，也可以，也可以，没问题。我们那个喝酒就做个立牌在那边，然后自拍耶，交换。没问题，好，以上感谢大舅的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啊，亲身经历啊，非常的精彩啊，好酷哦！所以真的就没有干嘛，没有没有，喝完酒之后，我想现在不要再问，真的不是没有能力，是没有钱，不要再问了，对，家庭和乐是有点，这一集是有点失望了，家庭和乐好不好？那我最后问一题就好，带出去那个91年次的后来在干嘛？哎，那个我不知道，哎，我问一下，因为他们已经帮了啦，帮了，对吗？没有，因为那个只说到带出去，那个厂商，因为跟我们也不是很熟，就我们认识，那个跟我爸比较熟。哎，那不然你叫爸爸去问，你爸去问，好，帮我们解答一下。然后我们会在下面留言。哎，出去之后发生了什么事？纯吃宵夜吗？还是怎么可能？还是直接上楼干嘛？还是帮他擦背呢？这个我就拍抓兔，没有，因为他那个跟我们不是算同辈，嗯，那有点蛮老的。对啊，对啊，对啊，他跟我爸他们算比较接近。那帮我问问看他还有体力吗？感觉就是有啊，不然你干嘛出去？那他一定是为了面子啊，他一定有吃什么？没有五倍对策，掌声谢谢我们的干爹五倍对策。还有还有吗？这集没有了吧？我真的觉得可以找我们来做业配，可以业配连续好几集。要吧，送啊！对啊，要吧要吧。你要给厂商说，我们还有在，我们还有在帮他那个捧猫。那先预跟那个厂商预约，下一次大舅舅那个越南那集，阿公先呐，哎，给阿公两盒啦，带去。阿公12月要去啊，开始现在开始吃两个月之后，然后去，然后去验收。验收成果发表一下，对对对，成果。好了，今天感谢大舅舅，非常精彩，谢谢谢谢。如果有其他相关经验的要分享的，欢迎到我们 Apple Podcast 留言啊，还是 YouTube 下面 YouTube 下面就留言起来了，好不好？留言起来，留言起来。好，感谢今天大舅舅的分享，那我们期待下次的越南，还有阿公的。厦门厦门行，阿公是去广东，广东不一样哦，
是是是、啊、因为要到工厂看生产、啊、对对对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广东是比较又更先进一点的都市咯比厦门来说还是差不多、嗯欸、去广东就在隔壁而已啦大舅就可以遇到他了对啊，因为大舅在广州。哎呦，那一定又更加精彩了。到时候十二月请他回来分享一下广东爱情故事。广东爱情故事，广东爱情故事。好了，非常期待啊！好了，记得我们这个 Apple Park 之后，我们五星点赞一下，好不好？赞、嗯、啊！哎，对不对？老铁们，老铁们记得，老铁们记得啊！追踪分享还有什么？刷一排，刷一排赞啊！刷刷刷，刷一排嘉年华，刷一排赞，嘉年华给他刷起来！我们下礼拜见。拜拜。